死胖子！哇，拿个红萝卜去打。我知道不是我，但是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听到什么？阿基，干嘛？我知道不是我啊，我也没有说是你啊。我刚刚给我分食物给你吃，你怎么可以打我？我没有。哎，我今天直播的那个场景有 upgrade 哎。啊，真的假的？我没有，可我来不及做。啊，做没有你一定要来看我的背景可是绿幕哦，你竟然有绿幕。我要看，我也要去偷看。我上次在那个网拍上看到一个可以靠在椅子上的绿幕，我就直接买了，超酷的。哎，好屌啊！哇，好屌，有点方便。你在哪里？靠在椅子上，然后平常可以收成一个小枕头。看我找不到你的分屏，需要练别的人，撕我。你真的蛮具备的。 需要链接的，请私我。好酷！那个副频道在哪里啊 ？Live 啊，连接。找到了，鱼竿 Live。你的也太那个了吧，太具备了吧？哦，好赞哦！哎，鱼竿，你的虚拟皮好贵哦，好真实哦。哇！你这是什么虚拟技术啊？不是，哦，好真皮的，我真皮的。好3D 啊！我的超跟。 真的，你这动态已经花不少钱吧？哦，没错，哦哥，大概花了我1000来万吧，大概花了你会养了18年。阿弟进不来，对啊，阿弟进不来。对哦，是要给我跟黑羽还有那个蓝莓那个什么权限？不是，等一下，版本错误，阿弟，我已经是旁观者了，是一定。 是啊，他是啊，可是他后面写那个啊，错误啊，对啊，我开给他看在哪里好了，等一下啊，我笑死，他是我的队员，他是鱼竿的队员，他是我队员，没事，哎呦，这边集合，大家都集合，集合，我们要站在什么东西前面？ 什么东西？什么前面？集合我们要排队伍吗？应该是不用啦，但是等一下就等主持人他们开场，我不知道哎，他们现在开场。我们是一队，不惨哦。阿弟进来就可以了。哎，阿美，你的这个 skin 怎么有头？没事。他是版权物，他用版权物跟龟龟一样使用版权物，我看得出来啊。这里面有个游戏王啊。美妮是几号呢？ 就版权物啊！你们都是版权物。那你要给我和你，还有那个蓝莓权限哦。你们要那个吗？你们需要那个观察者吗？他们创作的还是？对。好，等等哦。哎，等下我想一下哦。我有了啦。为什么大家手上都有东西啊？不行，我们这457没有人有 OP。你真的要开？你真的要开那个？因为观察者我们可以自己。会很难玩吗？ 会略影响，真的假的？嗯，诚心建议啊，因为用光影玩的话，你有一些太亮了，你会受不了。嗯，但是我觉得哈，光影是拿来逛街的。但是我觉得哈，书没有关系，但是画面要够漂亮。好，书没有关系。美妮是你吗？对，美妮打我，谁打我？美妮八小。 你放开！哎，阿弟有进来吗？有，阿弟嘞。谁打美妮？是谁打美妮？该谁打我？操！到底谁打我？看隐形人哦！你这个眼镜仔！哎，不要倒水！我看，原来是你！谁把蜂蜜快打爆了？那个我要躲你泡水啊！哎，我不要跟你一起泡。 哎，香啊，梅子汁啊，谁身上有蜂蜜块？谁身上有蜂蜜块？吸到了。因为刚有人在乱打。就是我。他这边怎么淹水？有水哦。刚有看到 Nexa 妈吗？啊？Nexa 妈跑了。谁这么厉害啊？我们这个457的神，他刚降临了。有，刚看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被超度了。 来祝福我们的，你只是一个头，他在很丑的人的头上降下一批的闪电。哎，阿迪在里面吗？有，我看到了。好嘞，那现在就等那个吧。等主持人。等。哎，我声音好小吗？对啊，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可以大一点？好。哎，我要怎么往下降啊？按什么？声音可以。Shift 空白键上升 ，Shift 往下。没错。我的声音也偏小吗？现在这样嘞？大，你声音大优惠。 好，我靠近一点。哦，工商，靠近一点嘛。工商牛肉面，牛肉面。好了，那就等主持人来开场介绍吧。我们要安静哦。然后他等下会轮流一个一个叫，然后我们就去前面自我介绍，然后就站在蓝队或粉红队那里。没有，等下我们会直接叫蓝队跟粉红队，就是我们欢迎进场，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场，然后你们找到定位的时候。 我们会依序请你就是自我介绍，以及加上那个自己讲一段就是自己的鼓励词之类的。鼓励词。反正我们会下指示。黑玉，你准备好了吗？好，我准备好了。好，5、4、3、2，欢迎来到大家。只是我刚好笑，大家再一次哦。5、4、3、2。 欢迎大家来到钻石口袋的夏季运动会！耶！我是今天主持人林一龙，我是今天主持人黑鱼。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分这个我们的粉红帮跟蓝蓝帮两队要来，就是争夺我们的夏季运动会的冠军了。那大家觉得谁会赢呢？也可以在聊天室跟大家说一下。好，那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粉红帮的队长鱼竿以及他的队员阿迪。 狸猫红静，红普季九胡千胡子乖乖呱呱美妮，去哪里啊？乖乖呱美妮去哪里？前面右转，对，请依序上台，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蓝蓝队，菜渣、凯洛、饼干、太阳、阿潘、梅博、繁星、Fanny、阿静、尤奈。耶！你们怎么如此的不嗨？ 赢定了！冠军！不要挤下去了。而且我们就这样吧。OK。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双方的队员啊，依序可以讲出鼓励词，还有自我介绍。那我们从鱼竿队开始，我们从鱼竿先，豆豆。我要站在哪里讲？没有，就你位置讲，你位置讲就好了。你在你位置讲就好，我们都看得到。 我个人觉得我们志不在赢，好吗？我们的颜值已经赢了，好啊，谢谢。没错，直接来个是不是？不想获胜发言。我没听错。那接下来我们请蓝队菜渣，哎，你有什么鼓励词？上下。赢定了！我看粉红帮都没什么在练习，我们练超勤的，耶。 哦哟，看来是非常有信心啊！接下来我们请阿迪，阿迪，嗨，听得到吗？有嗨，等一下，我在这里。OK， 来，有没有什么自我介绍跟鼓励词？嗨，我是阿迪，这基本上是我第3次玩麦块，太棒了！所以对我们输定了，他们好没自信啊！哇！ 他们的士气非常低。其实这个游戏运气也蛮重的，放心。今天也有一些运气成分在，对，我相信阿迪可以的。对，接下来我们请凯洛来。大家好，我是凯洛，我是完全的初心者，跟阿迪差不多，不过我会好好努力，为我们蓝队带来胜利。哇！耶！太正常了吧？耶！好可怕！接下来换我们狸猫。 哎，我是狸猫。阿静，一个游戏只能有一个胖子，竞技场见。我们赢了。接下来换我们的饼干。哎嗨，大家好，我是饼干。然后今天我们应该拿出50% 的实力，就可以把对面烤晒了。谢谢大家。好凶哦！耶！接下来是我们的红普。嗨，大家好，我是红普。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这个，我们今天是来联系友谊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谢谢。友谊第一，这到底是你怎么发言啊？这是什么回事啊？哇，好励志，好励志！我们已经在发表输了的感言的感觉。谢谢各位，已经输了，已经输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太阳，太阳。哦，大家好，我是太阳。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对面西苑打爆，这样就好了。其他人我们就随便。不错不错，打爆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的运动服就是西苑高中设计的，耶耶。接下来是我们的季炯，季炯，季炯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哦，嗨嗨，我是季炯，嗨。 我们自在参加，自在参加。我们的队长都这样子的，应该大家没什么压力、啊。自在参加，自在参加。接下来是我们的阿潘。嗨，我是阿潘，我是中校。今天就大家玩的开心就好了。哦，大家都开心，大家都是玩的开心，可以可以。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红色的，为什么有个乱入？阿迪。他想去蓝蓝帮你。阿迪，你可以过去没关系。 他是间谍，间谍，他是阿弟，可以看剧情，还是说我以粉红的身份去帮他们积分，这样他们就很弱。等一下，你很强怎么办？对啊，说不定运气很好啊。对啊，是有点机会，什么气都不会。接下来轮到我们福谦，福谦，你的感言呢？ 这游戏呢，不是说练的比较勤就一定可以表现的比较好啊。有些东西是1%的努力加99%的天分啊。我相信太长了，好，下一个。怎么会讲稿拿走了、啊？他写了一篇落寞，你们让他念完，真的不让他，还真的打断人家。梅博有听到吗？ 耶！嗨，大家好，我是美国的菜渣室友，我现在是上班不要看社畜啊，都跟大家讲，你们不用太担心，粉红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在这个伺服器铺床的，所以不用担心。铺床的，很棒很棒。接下来是我们的胡子，耶！各位，我对于我们第一次参加夏季运动会就可以拿到银牌，我觉得非常的满足啊。赞！我们也是2届，也就金跟银，还很直接认输了。哇，士气非常的低啊！接下来是我们繁星，哎，我是繁星。那其实这个夏季运动会也不要觉得我玩很久就很强啊，因为他们在盖这个时候我都在地狱。你们还有烽火台嘞，都是我打出来的，就这样子。感谢各位。哎呀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谢谢繁星。 接下来是我们龟龟，已经答对了。我跟你讲，我就要帮我们队提振一下士气，我表演个乱喷马铃薯给你们看。好烂哦妈！对，完全没有提升到他们的士气。你好烂哦！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被烂到了。OK， 烂哦。OK。然后接下来轮到我们 Fanny。 嗨，我是 Fanny， 但是我可是不会放你水的哦。 哦，有押韵，哇，可以耶，这个厉害了。我想很久哎，我不用心，我很后面，太用心了。我还特意贩卖，想说会不会听不出来？太屌了，听得出来啦，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呛虾一下，呛虾。接下来是我们的呱呱。 嗨，大家好，我是粉红队的颜值担当，谢谢大家。我变你，拍手。哎，好过分！哎，有人打我们的队员，揍他！我以为是狸猫哎。冷静，大家冷静啊！接下来是阿静。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静。今天练了这么久，觉得应该是赢定了。那得奖感言的话，就得奖感言再说了，就不说这么多了。谢谢大家。觉得自己一定会得奖那种概念，一定会得奖的这个人。对，接下来是轮到我们美妮。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是先报个第2名回家喽。啊，士气非常一致，都很低。来，再轮到优奈。Hello， 大家好，我是优奈。我们的队员都很强，希望我不要拖累大家。哦，也有压力，有压力。好，感谢大家的自我介绍，耶耶！大家怎么不嗨？嗨一点，嗨一点，嗨一点！还有一个，有问题，有问题。运动员宣誓，我现在手上有个讲稿，我要怎么使用它？你就把它放回去就好。把我们讲稿拆下来。 我刚刚就说把我们拆开，我拆下来。你按 Q 给我，拆下来，不是用丢了，用放的。不是不是，我放就好了。怎么放啊？好，我来，请菜渣念我们的运动员宣誓。好哎，我要来你旁边练，你们应该在这里吧？虽然我看不到你们。对对，对，没错，我在你旁边，有感受到吗？我们的林家有看到吗？有有，你在麦克风前面了。加油！大会规章。喂，我们的运动员都不见了。 等我一下，我们菜渣已经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有了有了，为什么没有那个？等等，好像听到有回音吗？对啊，喂，哦，有了，有，现在来，喂，等一下哦，我把我的大会，你看就开始大会报告了。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变菜渣视角了，我的。 你按 shift 就好了，你可以你附身他了，按 shift。哦，你被上了，哈哈。哎呦，哎呦，好，我们来大会宣誓啊！喂，运动员宣誓，来，我念一句，大家一起念一句。好，好，我菜渣，阿迪。 以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运动会，以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运动会，服从裁判的判决，绝不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胜利。 我还是要作弊。一起开心的玩，等下什么？一起开心的玩吧！一起开心的玩吧！耶！大爆！开始啦！大家不要乱打人！ 欢迎来到红石口袋。下面标哦，接下来开始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先去领这个物资。这边，物资。3包餐盒。餐盒这边。一人拿一个。领便当。哇，要领自己的，都有名字哎。我们现场准备了非常多。有名字吗？在哪里？3包餐盒领的。啊，有名字啊。 有哎，真的有名字。你在哪里啊？我的东西拿走了。所谓的工作人员的用心。这是胡子，我被抢劫了。这一次的比赛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准备。我找到了，按右键会看到，按右键就会看到上面写的。左上角会有。我没有东西了。请大家自己名字的东西就好啊，不要拿到别人的。拿到的话就有卖的，有卖的这里。那个。 我的箱子整个箱子，救命！谁真的是我的箱子啊？我把你的在这边，我拿到胡子了，快拿！我放回去了。我找到我的了。改名字哎，你快自己改名字哎！为什么里面只有海带？整个箱子。我的在哪里？竞技炸猪排。 找一下，没有箱子啊！没有箱子耶！那个老师有人把我的箱子名字写错了，他要罚写吧？老师有人把我的箱子整个拿走了，胡子在这里，可以拿走吗？哎，箱子中间右边第一个，箱子不见了，有人箱子不见了，感谢，拿走了，有了，他回来了。请问可以拿走自己的箱子吗？应该是可以吧？我想，那放在自己记得的地方就好了。 蓝色的打开，粉红色就打不开了。对，怎么拿？老师，我的名字写错了。蜂蜜柠檬。可以自己打下来。对，一个一个打，不然会被人家吸走。哎，太阳，我的被你吸走了。哎，还是全部打下来，用喊的，然后说你的东西在这啊。好。拿到一下有没有拿到别人的箱子啊？箱子不见了，你的在这个。箱子不见了。他一直打不开这个。 因为有人开，他就打不开。光拿箱子就可以耗费半小时时间。我身上，我身上要轮流拿的。我们会不会拿个便当就拿很久？应该轮流拿的。对啊，我们应该粉红队先拿，或者是拿我的在你身上，我的在你身上。都抢的，要有人丢回来。我好了。怎么吃饼干啊？龟龟你在哪里？按着右键。我没有，我吃东西都不会。饼干都不会吃，我的饼干。哈哈。 我拿不回，我回来预备了。我饼干拿在手上了，我要怎么吃它？好，东西拿好之后，我们回到粉队的这里好吗？哦，团队请集合。好的，各位团队们，请对呼。你们对呼是什么？为什么我的蓝蓝路有别人？我们对呼是对面都是猴。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家准备可以了吗？物资都好了吗？你身上应该就是一些水跟食物，没有其他东西喽。好的 ，OK。有人没有翅膀哎？准备开始。还有人有翅膀？翅膀没关系，翅膀没关系，翅膀等到时候再拿掉就可以了。好，那走吧，我们先去标枪场。我们先去标枪场集合。跟着自己的队长去标枪场集合。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标枪这场比赛的话，叫做你怎么会那么会？你怎么会？等一下，你怎么会射？哦，这个好难讲。是会射。那总共呢，我们会比4场，等于是4个回合。那每一次回合，就是我们会选当时最高的那一分，然后会拿到10分，所以总共最高会拿到40分。 那每一次的话，我们是倒数的。就第一场的话，会随机派4个人上去；第2场派3个人；第3场派2个人；第4场派1个人，这样上来。以此类推。对，没错。以此类推，所以等一下大家对着粉色的床点一下右键哦。对，先点一下比较好。所以等一下的话呢，就记得把最强的那一个人放到最后面，是类似这种的概念。没错，没错。所以我相信。 哎，这边还可以一起，没关系。这一趴不用，这一趴不用。嗯，哦，没错没错。那大家先自己分好，第一次要派的4个人是哪4个人？我想一下，各位自己讨论一下哈，自己讨论一下。要怎么吃饼干？我想吃饼干。右键啊？怎么吃饼干？右键按着，你拿着饼干，右键按着。啊，我吃到了。才可以吃哦。哎呀，要有饿才吃哦。吃饼干。啊，我吃到饼干了。 要怎么射？真是温馨的画面。好，那你们讲一下小秘诀。小秘诀。跟你来。我觉得蓝队跟蓝帮跟粉红包，你们可以先。哇，我不想讲哦。到底哦，上面分开来。看一下 F5。对啊，可能要分开。对，我觉得可能要分开一下讨论，然后并且分好4321的名单。好，那我们 Discord 去一下粉红帮。好，那我们也去蓝色那边。好。喂，早安。哦，有了。喂，谁要当事人？谁要？哎，我臂力很弱哎，这2天玩臂力都只有80左右。我觉得可以买。 哎，等一下，算是弱的先嘛。那我们最强的给饼干，饼干好像都常破百。饼干跟阿静啊，没有没有，是优奈跟饼干，优奈跟饼干谁要那个？没有，我和阿静2个人哦。我刚刚只丢过1次，请让我第一棒。好，那就是优奈1个人嘛，然后阿静跟饼干2嘛，那3跟4嘞？我可以，我常驻90分。 常驻90分，那太阳也是100的哈。哦，那太阳跟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太阳跟梅博、凯洛，哦，跟方妮怎么样？第4轮的，剩下的第3，好啊，好，好，记得了吗？记得自己的吗？我3，我有记哦。所以是第一棒嘛。 第一棒，4个人是第一棒。等下4人组再讲一次，谁？凯洛、饼干、凯洛、美博、Fanny、还有谁？哎，这个饼干吗？是吗？哎，不对，饼干是那个吗？饼干是二人组，阿潘吧，阿潘。然后三人的话是剩下来的，嗯，菜渣，我太阳跟我，哎，繁星，哎。然后两人的是饼干阿静，阿静跟饼干，然后一人的是优奈。对，我可以确认一下要怎么射出吗？就是按着右键，然后再放开。我写在那个喽，蓝蓝文字里面喽。好，蓝蓝文字。优奈不要紧张，你可以的。优奈你可以的。好害怕。超猛的啦！啊，所以是按着右键，然后放开就射出去了。优奈肯定是大拇指的。OK， 那我们可以回全员大厅了。 好，好，那再麻烦你啦。啊，我去用最后笔数的哦。做讨论。有，我们在采访。最后笔数就好。OK， 我们在采访。他们在采访哦，没事，给他们采访。蓝蓝帮不好意思啊，粉红帮还在教学中。没事，给他们教一下。怎么在偷射？那我也要。啊，你练啊，你练啊，你练啊。 放你射，放你射！我们的三叉戟好像体量比较少，他们这一支，我们就一根呢。对啊，那优奈你先过点啊，没有，那我要从后面开始。优奈，哎，优奈示范哦，大家看一下，示范，哎，再一次。没事的，然后你们的人员都会射了吗？ 不会，我们再练习一下。哦，哎，好远啊！可以。等一下是三标出去以后再去捡哦。对，三标射出去以后，然后我们会取一标最高的这样。对，蓝莓会取，会在那个。为什么蓝色这里只有一根？没有啊，都在别人身上。哦，没事啊，就是很强啊。猴子干了一根，合理的。哎，饼干，你看一下 DC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所以是跳起来之后放开。帮你练习。 对，我刚只射一次，拜托，给你，让我掉出去了。好诶，好，要跳是不是？还要触跑吗？也可以。触跑一下。不是，你要按住右键，按住右键后，你走路会非常慢。哦。对。但是根本就不能跑啊。对啊，就。 其实跑只是心理作用啊，最后一定要用跳的，跳着会比较好。哦，射，去捡一下，真抱歉，射出去了。我去放个东西，这是饼干，借一只。你看这个数字最后面是多少 ？Facing 的后面对不对？对 ，Facing 的是角度，有没有那个-9.3？你看一下你是多少？ 哇！你们怎么那么认真？嗯，超认真。去算这个角度太扯了吧？优奈是26.多度啊，可是那时候怎么射都是这么低啊。没有，因为优奈的角度是他的那个视野是最窄。我的视角是正常，我的也是正常啊。他技能视野很宽，超广角，我知道啊。看起来不一样。没有，我现在换成100了，超广角会让大家太想。多少啊？帮我看一下。哎，有人要练吗？我刚刚去隔壁干了一根。 好哎，哎不是，你射出去以后要捡回来哦，因为自己射出去的标枪只有自己捡的。我放箱子啊，要练自己。哦，哎，我90还不错哦。我靠，哈哈，优还会射哎。优那要几度啊？几度最远？我是27还是26？我记得你那时候说26.7吧。啊不是啊，我们都把战术跟人家讲了。没有，他们看不到。不是啊。 他们下来，他们在这里，他们还在讨论，就在这边。没有吗？没有啊，两个是怎样？怎么可能会有188呢？好，我再一次就换人。26.7，看一下，我懒得算了。188，你是射到另外一边去吗？188是射到半程的吧？ 大家都很远。不要再讲了，有人进来了。是啊，188度。105度。来，帮你们准备好了。看，妈的，这个105度，我真的105度。没错。等一下，好，我们可以了。你们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哦。那我接下来去吹一下粉红帮。好，我再一标，哎，你有，嘿，你们等一下 ，LINE 那边帮我看一下那边的那个计分写在计分跟那个写在 LINE 那边。OK， 好 ，OK， 好，接下来我们去找一下粉红帮。好，可以练习吗？好，等我再一标。 我来接标，我要看能不能被你戳中。哇，那应该很多人想戳，太难了吧？他投三标，一次投出去，是我们等下会有三根叉子一起投，是不是？轮流投。哦。你投完三个，大家一起去捡吗？对啊。哦。不然来回时间太久。接标没接到，多少？79啊，80啊。 嗯，撑得住吗？好，我可以换人了。反正我大概丢起来就是大概这样了。不要绕谱，不要射不出去就好了。好了，换谁？我放回箱子里。好，看谁要练习。我要再玩一次。啊，那我要。 对，要了。好，双方应该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回来了，排好了，排好了。好的。等一下，我卡住了。哎，猜猜卡住，猜猜可以吗？等一下，我因为刚刚我以为要很久，所以我就乱开一个光影，结果卡住了。啊！不！哇，为什么卡这么久？我电脑不行了吗？开光影不是。 光开光影真的会很，一开始会很支援啊，对，会很他就以为很久啊，没有放弃。好，你好，你 OK 了吗？你顺了吗？再给他一，你又顺了，再让他跑一会儿。那在这个时候刚好出现了点意外，又可以再稍微练习一下哦。好，好，然后四人组的第一人拿3支标。 可以开始，可以准备了。好，那就请刚刚在练习的人，就是先把标枪捡回来，然后站定好定位。我们等下就准备开始哦。那我们问一下蓝帮，你们先派出哪4位？我们的4个人是凯洛、梅博、方妮、阿潘。为什么你们想要这样派？对，凯洛第一棒。为什么你们想这样选？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特别意义吗？有啊，我对菜。 哦，所以蓝帮采取的是第一组4个人先上场，是不是？是比较菜一点的。对，没错。那粉红帮呢？粉红帮，我们是胡子呱呱、美妮跟阿丁。哦，你们想法都一样。这个完美，董事长啊，完美。我们是好久成瓮底，太可怕了。好久成瓮底。你们派出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阿丁本身。 哦，因为我很强。你想讲什么？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因为我最优秀，一匹黑马。没错，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非常好。没错，没有，只是因为我们想玩。只要想先拿到标枪，先玩。不要讲话。是。那我们承认是自己很烂。我们请队员上前，4位队员上前。 阿迪，先不要射了，在那位。我射了，阿迪。那个是谁？加油！哎，凯洛，你有没有3支？你有没有3支？3叉戟？我就1支，其他人。那你再拿2支？我也走1支。每个人都拿3支哦。那我们让哪有那么多标可以拿？上场的人才拿。第一棒好了。有1支哎。你们其他人先把标给他。先给他。你有3支了吗？我做1支。 那个在射的人拿3支，在射的人再拿3支。我有3支了。好，好，团队准备好了。来，凯洛准备来第一棒，阿弟来第一棒给你。粉红帮，你是第一棒吗？他有3支标，他是第一棒。好。那我们的你怎么那么会射？准备要开始喽，那我们就等下倒数3、2、1，就把你们手上的标枪往前投。那我们会有裁判来，就是进行严格的判断。 好，3、2、1，射！哎，好，感觉蓝帮射得非常支援了。角度，阿丁，你要记得角度要提升。哦，来来嘛，已经射完第一轮的3只了，我们3只都射了，8次。好，裁判请判决。裁判分数，哎，他是不是要自己去捡？对，三标，对，你们要去捡。哎呦，好像有90哦。 凯洛，我们是取最高分哦，我们是取最高分，目前最高分是凯洛的90。裁判判定，我看一下。好，看一下裁判判定。蓝色85块90。哦，什么是85块90？就是85的意思。要给一个准确的吧。要有一个准确的80。你们有算黑数格子吗？那大概是88分左右。 88，凯洛88，耶！然后那个阿弟这边是85，哦，也是很接近耶，85，1分，对，1个1分，这是我把它捡回来了，我把它捡回来了，还好，3分小领先，好，我们是取最高分哦，只差了些许3分而已， 没错，哎，那我们就请第一轮的第2个选手也准备好，打满3根三叉戟。一棒准备，我把叉子丢地上。哎呦，在这哦。不是，丢错了。粉红帮下一位选手是，我放地上，王尼地上。好，方尼。好，王尼准备好了，粉红帮的准备好了吗？好，好了，来3、2、1，哎呦，都射出去了，看一下分数，非常远哦，哎呦，大概座位落于70左右，哇，哎呦，高手哎，表现很好哎，这个角度，我想站高一点，可恶，角度也会有一些问题哦，哇。 这呱呱感觉超越了。三标射完了吗？刚射完了吗？射完了，三标了。粉红98，粉红98，然后98，然后蓝色到我。哇，我差了1点，好强哦，呱呱！等一下，蓝莓再次，听不到。粉红94，粉红94，然后。 蓝色85，85，太棒了！哇，94怎么94？你瞄几度啊？9485，94，不可思议！好强哦！哎，等一下，粉红刚是谁射的？呱呱。好，我记起来了。恭喜粉红帮呱呱表现非常好，恭喜！那么，请大家派出第3个人。第一回合有稍微高一点。 来，第一回合的第3位选手，胡子你要先还是我先？请准备，你先好了。好。哇，现在其实2队比分有渐渐拉开，稍微拉开。那你下一棒请去箱子前面拿。我觉得他表现可能会越来越好。真的，都把强的放在后面。那我先好了。啊，你先，我在观摩。 来，要怎么看自己？来帮，准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有没有3根。没有3根吗？608根吧。没有3根的人听起来蛮难过的。我3根。那是整形。3根是鼻梁吗？差不多。OK， 都准备好了哈。好，我们蓝队是派出阿潘。 然后粉红是派出美妮，好 ，OK， 那倒数3、2、1，请射。哎呦，哦，2方都跳射哦，不错，看一下分数如何。哦，分数差不多，2方分数目前都差不多。最后一标。哎呦，嘛呢？ 哎，蓝帮第2枪射出去了。哇塞，真的是一次比一次远呐！好强啊！天哪！哎，蓝帮是不是还有一次？粉红92，92，好强哦！然后蓝色95，全新的，他潘9大会纪录，粉红色是谁？漂亮，厉害！美妮9295，阿潘95，没错。目前阿潘破了最高的纪录，好强，太棒了！对不起，我雷了。好，胡子靠你了。下一位，第一轮的最后一棒。 胡子，第一轮最后一棒是帮帮派，就是胡子吧？哇塞，开挂了！胡子加油！胡子，你身为第一轮的最后一棒，你有信心吗？我就是来拿银牌的啊！哎呦，还是非常的没有士气呢。非常没士气。胡子很棒。那我们男人帮派出的最后一棒是阿美。哇！梅博，梅博，你可以的吧？ 梅波应该可以吧？梅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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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倒数3、2、1，请射。哎，等等，那不算是不是？怎么了？很远哦，很远哦。你输在上篮上也算哦，算0分哦。阿美上去。阿美怎么了？他刚输了的样子。不要动啊动！看视角嘛。有了啊！他要助跑啦！ 助跑啊！哎呦，太小跳，阿妹，很远呢。还行吧，再两标。耶，各位，耶！哇，你超强的！粉红97，597，哦，597，耶！哇，加油！太强了，太强了！蓝色还有快100哎，好爽哦！ 蓝色这样，鱼竿要哭了。鱼竿在直播是在哭吗？是在干嘛？在干嘛？不是，你们看对面也好强哦。不好意思，我们先让裁判判定一下分数。阿美，阿美先不要剪。那个蓝色9，然后粉红97，粉红97，蓝色9。因为蓝色比较近。19吧。 我们这样是97，我们这样是98吧？98吗？因为我看不到格子。哎，不是啊，你数啊，100往后2格，你不是九，是99，至少是98啊。99来。是不是每个人显示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因为我看不到格子，我只看得到。对，我是旁观者。对啊。那你看得到我在猜吗？有看到我在猜吗？有看到了。没有这样子。99，2个都99，2个都99。这样子的话，应该998吗？999，我应该是9跟9，我看一下这个，因为蓝色比较近，蓝色比较太难看了吧？不是，这个有印吧？这有哎，干我把它吸起来，干我把它吸起来了，99，我走太近了啦。哇，我觉得应该别到99。好了，让一分了。 只一次吧。等一下，我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哦。没事，两边应该。等一下哦。蓝色比较靠近白那个线。等一下，再等我一下，快好了。好。为什么混出一次？两边。好，胡子，你这个是插回去吗？我把插回去。哎，插在两个中间，我很诚实的插在原地哦。这个分数，胡子给98好了。 不对，98，那梅博嘞？梅博是99，梅博99。哦，对。然后这样子算下来以后，然后我等一下要报分数咯。好。然后报我分数会写在 LINE 里面，然后你们等一下可以用那个回音模式报，大会报告分数吗？可以。好，等一下哦。来，我们统计一下。 大会统计中，哎，也太刺激了吧！感觉很厉害耶，感觉很接近哎。我好紧张啊！我也好紧张。我现在准备看鱼竿欢呼。OK， 好，可以那个了。500点啊！可以，分数出来了。要赌是不是？大会报告。回音模式。哎，我没有回音吗？应该有吧？现在没有。你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嗯。然后。 有了 ，echo 调大声一点可以。这样有回音吗？有。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目前我们的比分是蓝蓝帮367分，红帮370分。我们恭喜红帮！好，恭喜！太猛了吧！差一点，差了3分。所以我们粉红帮加10分。耶！ 来，接下来下一轮，第二轮。完了！等下我算错一个数，但是分数没错。哦，好。总分的话，粉红帮胜利，就是刚刚那个，这虽然算错一个分数，好，不过没事。好，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你什么时候开赌盘了？可恶！我现在第二轮了，我刚刚已经赔了。 你可以第二轮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那第二轮的话，我们是要两队分别派3个人出来。对，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们再讨论一次。你们要再讨论一次吗？没错。哦，我们讨论完了，我们讨论完了。哦，给我们一分钟。好的。给粉红帮1分钟。上去粉红帮够。红包，他会不会想要出？他们会不会想要出重复的人嘛？这样不行啊！可以吗？ 不行，每个人要轮流，对啊，我们是10个人，应该是要每个人都轮到4+3+2+1。把人都先射出来了啦。他们会不会突然离线换 skin？ 有没有换电脑？离线换成 skin 这个太卑鄙。买2个账号。对，我上去看一下粉红帮状况如何。哎，胡子，你下线，你去帮他开账号。什么？ 他们好像还在激烈的讨论之中呢。怎么办？我手汗好多，等下会不会丢歪啊？我也好紧张啊！我刚丢70饼干，会不会揍我啊？我跟你讲，我有常驻90的丢法。哎，多少？把滑鼠改成键盘。滑鼠改键，难怪你刚刚按那么久。对啊，角度先调好啊。角度先调好。 那个要调180度，就会这是正中间。哦，难怪可以丢到99啊！180度，我们在180度哦，你是说垂直的跟那个？对哈，这有一点点差别，有一点点呐。妈的，你在哭哦！精妙的玩法，很抱歉。我在等粉红帮1分钟。好。 他们很紧张，他们很想，大家都很想获胜。没错，他们明明感觉没有要拿金牌的意思啊。对啊，他们就是怕拿金牌，要讨论一下。他们在骗啊！他们胜负心才是最重的。他们刚刚一直说没什么，然后结果超级认真拼命。头衔体正直，真的是那种学校都说没念书，然后考很好这样。 啊，我没念书啦。我说我昨天都没念呢，今天要考试哦。哦，对，好。然后懒懒帮等下会想要拍。哎呦，来了，粉红帮来了。来了，粉红帮。已经准备好了吗 ？OK， 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好了。然后是你们要派出粉红帮想派出哪3个人呢？我们派出红普狸猫跟我。 哦，余生在这边啊！哇，主将哎，组合太阳蓝帮呢？太阳繁星跟我哦，你怎么也在这？你怎么也在这？世纪对决，王建王，哇！竟然是队长已经先上，让太阳队长竟然在第2轮就要相撞了，好虐了吧？我都不想负责，我想去前面看。嗯。 你直接丢菜了，把他丢死，他就丢不出去了。请问观众可以去前面看被射吗？我们请第1位选手就位。好，你帮我讲。红普先吧，红普，你看一下。我来，我的太阳我自己解决。好，不要你们等下接到标枪，这叫四步。我觉得大家会射超过110，所以我要在110的地方等。他是4头。加油！射完的可以去前面，射完的。那我。 可以4头吗？不行，怪的。我也想。不行，现在不能4头，现在4头就算你的分数。不要4头了，要开始了。粉红帮，谁不在后面一点？狸猫，没有在后面一点。是狸猫吗？我没有玩这个。我们是狸猫。好，狸猫先。我们是太阳，太阳 VS 太阳。那我们蓝方派出的是太阳，太阳好。好，我们双方各就各位哦。对，来倒数3、2、1，开始。哎呦，太阳先助跑喽！哦，头路非常远的远了，远了，好远哦！可以可以哦，双方差不多，双方差不多。再来第二发。哦，哎呦，接近哦，接近哦！哎呦，用刚刚那个角度，用刚刚那个角度。好，你们加油！暗黑战法，暗黑。最后一发，最后一发！哦，哎！ 100分了，100分，然后9。不好意思，我们给裁判讲一下，来，裁判请再说一次。蓝色100，然后粉色9，这个是第几个啊？可以帮我打一下方块吗？1、2、3，所以是9998，100对98，没错了，我跟你讲，这是我顶尖对决，太强了，我要赢！太阳竟然射到今天的第一个100，没有人是我们比赛的记录，刷新记录了100，每一次每一个人都超强哎，哎，我是不是创了最低分呐？我才84。 目前是，不会，我差不多了。OK， 我接下来请第二位上场，我练好久，好，加油，好，加油，加油，火虎加油！我就说要派出繁星哦，哎，我还是要派出繁星，派出火虎，我就说生存墙没用啊。哎，哦，在我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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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2根，我相信繁星应该不会有压力。你上一棒丢100。 我压力很大，我手在抖哎。重点等待，手在抖，手在抖啊！压力太大了吧？我手在抖。安心手在抖啊！两队都准备就定位了吗？好，两队都准备好了吗？好。哎，在后面好好看。好，来，那我们倒数3、2、1，第一发，请发射。哦。哎呦！繁星这一，哎，你没有到很前面。 哎，那个角度不太对哦。繁星射到90，哇！蓝队可能稍微差一点点。粉红队你太早射了，后面角度不太对。没关系，应该还是有。啊！你吸到了，线上。好，我们先等裁判。我们有2个目击证人。你错了，红了。 蓝色90，粉红色也90。哇！两边最高都是90，我90。打平。哎，刚刚粉红是多少？好紧张啊！为什么粉红帮射到中间？粉红帮是谁射的？歪了，我。 哇！你只有40，你也太短了吧？这怎么能把射得这么短？他36，他36，不要说了，这分耶，帮你，他帮你，我们是最低的，我们是最低的，是我们的菜渣。哇！菜渣，对上我们的鱼竿，对，才是鱼竿，精彩了，精彩来了，加油！抱歉了，队长加油，队长的对决。 哦，欠了鱼竿，你要把他杀了，对不对？之前啊，我想要2队队长访问一下，哎，菜渣，请问一下，你现在很有信心吗？你知道我最高射多少吗？你最高射多少？105。2公分。105。105。那你现在的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没关系的啦。因为如果打到其他烂的人输了，就会觉得很烂。但是如果是对手是菜渣的，那就还好，你随便射好了。我太小。原来如此。那我们选手各就各位，加油！好，来倒数3、2、1，来，我们看一下。都是用助跑的方式。 哎呦！哦，菜渣很远哦，好远哦，那也很远哦。哎呦，目前2方好像都平均哦，真假的？大家再调整一下，先调整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好的105，快快的，快快的，快快的，等一下，快快的，不行，你看这高点，这边可以，哦，队长你可以的，队长有，队长你有，3针，400，对啊，有400，粉色95，粉色95，粉色95，蓝色98。 蓝色95，998，以先差距险胜，尾的差距，哇，险胜，就你最废，射什么40几？蔡照刚刚不是说有105吗？对，曾经啊，灌水啦，曾经中了没关系啦，比赛才是重点啦。就跟男人说有30公分是一样的意思啊。不要帮。 盖回去。那我们请我们大会稍微统计一下分数，大家请稍等。好，请。也可以稍微的想一下，接下来的2位要派谁出场？对，好，要点起来。至少应该是蓝色赢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各位，分数统计出来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我要称你强吗？ 刚刚上一场的比分是粉红帮283，蓝帮288，我们恭喜蓝帮！恭喜蓝帮又获得10分，恭喜！赢了，赢了！我不想要当1对1的，我也不想当1对1的。那胡子，你再想一下，我们比赛进入白热化，现在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还剩谁啊？就你们2个，还有你们都还没讨论完。对，我们都没讨论完。那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分别就是回去讨论一下，这样。我们已经全部都排好了。哦，你们排好了？对，我们是直接排好了。我看那个一开始就教好了。 对啊，季总，你可以丢脸吗？怎么是以丢脸为前提？你可以丢脸吗？安德太恐怖了啦！这是什么问法？这是什么我要求？没关系，季总，你最后好，我们分好了。你要愧对于鲶鱼啊，你自己是鲶鱼。哦，2边都分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请问蓝帮这一队这次要派出谁呢？我们的两人组饼干阿进，阿进。 那粉红包呢？我们是龟龟跟福签。那我们请第1位选手上场。到前面看。龟龟，我先。好，龟龟，因为像压力就在你身上。好紧张哦，我在发抖哎。那你交给你哦。哎呦，我们第一位选手准备好了吗？我有胡子的银牌心法。 我也要去前面看。那准备好了，福签准备好了，双方各就各位哦，准备哦。啊，观众席的各位也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饼干对上福签，我们倒数3、2、1。这边好精彩哦！哎呦，福签采取一个助跑的方式，哎呦，是直接投掷。 哎，直接投掷啊！原地直接。哇！哎呦！ 哇！助跑竟然可以射这么远，不可能！可能要调整一下哦。就是掉。等一下，饼干你。等一下，你怪怪的，你上次是不是？你上次骗我们，你上次骗我们。第一标比较远，用第一标的射法。这样就对了。饼干。就这样啊，阿张。真是有点差距啊，有点差距。饼干你怎么了？ 太完美了！饼干，兄弟击掌！是，升一标，没事，稳住。饼干没了。饼干，恭喜！太废了吧！蓝色大获全胜，蓝色87，然后粉红998。 粉红998，蓝色87，天哪！太屌了！87这个数字是蛮特别的。87，你看我都起来了，87就停了。也就是可能有比较多要演的。我觉得现在啊，哦，双方的分数有点拉锯。对，是多少？对方一定要有一方失手才比较有机会。哦，兄弟，我给你这么大优势。失手几率是比较难，因为一次可以射到3发这样子。真的是难哎。 可能是对，就自己队员的判断有点差，只还我。不过有4个回合，所以一切都不好说啦。其实射200太难了，105这里期待你射过来。105度，第3回的2位，对吧？准备好了吗？2位选手准备好了吗？87跟99，兄弟，你叉子要给我，放回去啊！我放回去啊！87。 哎啊！我没有开始看到3只。其实我懂，其实他的饼干选手刚刚只是想要做一点节目效果，才故意设到87分。哦，这效果太准了吧！就是我们的目标放在就是2位选手。真正的高手可以控制分数。错，好强啊！对，我是这么大手，他的目标就是想要把这个中子大战交给他的下一个队友，然后他下一个队友只要射到105以上，就还有机会。 哦，太远了吧？有可能，太远了吧？阿静，我蹲在105上面，乖乖准备好了吗？可以啊，可以。加油！阿静准备好了吗？阿静，加油！好，来倒数3、2、1，开始。两边都是要用助跑的方式射出去。可是，一方哦对，双方都是用助跑哦，都是用助跑，助跑跳。阿静。 哇！没事，稳着。稳住，分数其实阿静表现得很好，然后就这样阿静，差一些，阿静很棒，来，你好热，阿静，这样就好了，哇塞，阿静太强了，心态稳住啊，大家心态稳住，可以，最后一标稳住。 哎呦，可以！3发射的距离是差不多的。全部来帮对面加油！这应该是上一个，这应该是这一个。哎，你3发，哇，这个准确度，这是很稳，龟龟很稳呢，这么稳定的表现。粉红91，蓝色91。 蓝色91，粉色95，粉色91，我们恭喜粉色！耶！我们现在进入到分数统计的环节哦。不是说没有练习吗？你看我这个很屌，赛前说什么分数统计的部分还是比较重要的啊。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他跟现在说什么了。哇，我们真放压在大将赛啦！ 你在干嘛？大将最猛的啦！哎，我比你高4，你要来剪标。叮叮噜。嘿，请说。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们双方其实蛮适合参加未来的，可能有那个射箭大赛，因为他们双方的那个准度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区域，很厉害，很厉害。三标怎么差在？都是90几分啊！对啊，都练得蛮稳定的。来哦，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刚刚蓝帮的分数为182分，耶！我讲一下，190分，因为前天他们在练的时候，来到蓝帮10分，饼干是第一个过100的嘛，那时候看。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战哦，看说是粉红帮会，对，看是说粉红帮会是把就是。 整个分数往上拉开呢，还是说有机会到平手状态？来，我们最后一棒，哇，重责大人。对，哎，大家都决定好了没？哎，感谢你了，阿张，请跟我鞠躬。季总加油！哎呦，季总加油！输了你就别回来了。蓝帮是优奈，不要有压力，准备好吗？ 不要有压力，输了你账号就砍掉就好了，输了你账号砍掉。我是队友。好，双方的队友正在互相的帮忙加油打气，非常有压力。加油！来哦，让我们准备好。小舅子帮你加油，季炯。帮你加油。小舅子帮你加油。没差，我在一百。 讲错了，大舅子。我们有任何的观众想要到前面看的话，可以先跑过去哦。我已经在前面了。好，110等你。那我们大对决，我们倒数3、2。1，比赛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哎呦，我们有没有机会投出400呢？哇！又来！又来100分！哇塞！100了！没在开玩笑，没在开玩笑！再一点！很接近，很接近！不得了哎！很厉害！ 哎，这个差很多，2个人，美丽，最高的一次，低棒的感觉，哇哇！我的天哪！好了，等一下，我的天哪！真的平手哎，平手哎！ 平手，等一下，我们请那个裁判哥，我们请裁判。我跟蓝，我看一下哦，都是106，就过弯了，靠！但是这个好像歪掉了，而且他歪在正中间的。 对，它歪在正中间，一个是歪在正中间，二来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边好像比较长一点。 长一点哦，不是吧？我不是只算格数吗？出界了吗？没有界限呢。嗯，而且我觉得他出界可能要扣个1点点分数什么。可是你看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一标比较远吧？就那个远度来说，对吧？没有这不是吧？就是z平方等于x平方加 y 平方开根号啊。 一定是最强的。最高当裁判，我们交给裁判啊，交给裁判。吵起来！没有看啊！我跟裁判讨论一下。对啊，当一啊！哎，算我赢了。安静一下。原住民有加分吧？原住民。安静一下。我靠！那个主持方有个提议，要不要？等我一下，再试一场。 直接猝死赛啊，1人1标啊！好，这很可怕哎！笑麦听起来，等一下，我觉得，我想一下哦，我们不能平手吗？让我想到这届奥运好像也有一次这样，共同拿铜牌，金牌。这个太久没有捡起来，是不是会消失？5分钟啊，会消失。这个我觉得加赛。 气氛对了。我那个平方加 y 平方。如果你要说他拖把上扣分的话，那前面有人也要扣分，因为前面有拖把。我们前面要以示公平。对啊，因为我们前面也有人出，这样子都不公平了啊。对对。我们前面有拖把。请尊重避世定理。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要再一场啊，就是最后一场。对，我觉得可以算平手。然后。能算平手吗？ 这个算平手，然后他们再射最后一个，都是。可以，先吸起来吧，先捡起来吧。我们一起拿奖品哦。哎，捡起来吧。那么适合当最后一。然后最后一棒大奖，然后2个人都射出一样的超高的106分。这个宙斯赛是突破纪录哎，这个宙斯赛只有2标。 2标嘛，哈，对，1标，宙斯赛1标了吧？1标2次，我去数是不是？压力太大了，2标，顶住自己中枪的，哎呀，2标啦，2标，最后2标，快把那个生态节捡起来，然后回到定位，然后我们来准备殊死赛，然后殊死赛最后基努斯之枪。 有人说原住民有加分，是一个尊重吗？太扯了！哎，我们刚刚殊死赛讨论是1人2标吗？没错，1人2标。好的。然后我们取最高的一次，倒数3、2、1，开始。好紧张。哇，双方选手非常紧张啊！大家屏气凝神。哇，鲶鱼你很高，又歪了。哦，鲶鱼维持。再一个。还有。 维持，不能被突破110，突破！哦，哎呦，漂亮！鲶鱼哥加油！哪里？我们最后1标。哎，还有没有？哇！来！我请裁判。讲出来我们的分数。蓝色100，然后粉红97。我们是99吧？怎么回事？不对，我们是10。裁判，看错了，裁判104吧？104，对。哦，对不起，我看到100的那标，104。是粉红97。 然后104，哇，厉害！97吗？等一下哦，104完了，恭喜！好强哦，你好强哦！这边还有一条啊，是我们的骄傲，没关系，骄傲。很强了，太强了！要怎么来？你比40的好太多了。 等一下哦，让你踩，踩在我们身上。这边在干嘛？我们在要把它举起来。好了，那我们第一局的比赛呢，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等一下，还有分数要报告，就要等一下哦。我们等一下，我们大会我先把枪放回去。统计我们现在我们总比分。OK， 好。 哎，很刺激哎！其实你如果觉得这几局比下，其实每一队差距都不大，而且大家真的是越比越好，越比越好玩，分数是一直不断的在突破这样子，一直在拉扯。我们稍等一下，骄傲。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大会。哎 ，OK。 蓝方是104分，粉红帮是97分。那我们总比分是20比20，但因为有效分106分平手，所以第二个有效分104为本届最高分，另外额外会再加3分。本届最低分有要平吗？40几。恭喜蓝方，恭喜蓝方。 所以我们目前的差距是20比23，差一点点。没错，好，加油，继续加油。那我们现在的话，第一个，刚一开始都不想赢，还有机会。我瞬间有点机会了，感觉有点还有机会可以追。好哎，23比20，加油！第二个，我的赌盘堵住了。 在这边，我想要询问一下，刚刚上一场最后一棒，因为我觉得最后一棒表现都很好，真的。那我想问一下最后一棒的感想如何？我们先请蓝帮。来，蓝帮。哎，嗨。来，豆豆，你身为最后一棒，你刚刚表现其实2次都表现非常好，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好紧张。事前练习很长吗？ 有哎，我练习了2天，就练习2天，就是在这方面吗？难怪会成为最后一棒。哇，厉害！那我们粉红帮呢？练超久，怎么会输？昨天菜才告诉我秘籍怎么丢，我居然还输了。你手酸了，没关系。压力太大了，对不起，郑兆春啊。 看来是压力太大。定理来说，又射出很高分了。对，你的必氏定理来说，你应该是最高的，可是你射歪了。因为你有一点偏左啦，你射在外面啊！安娜。哦，好，安娜，射的手都在抖。女生没有那种歪一边的那个问题啊，男生才会有。我们进行我们下一场比赛，我们请你一路来介绍一下下一场比赛。好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呢是这个。 动态体验动能，那所有人的话会每个人背上都会有这个翅膀，然后我们会看到前面有这个绿色、黄色、红色的这个框框嘛。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用飞的，对，有人现在示范飞过去。那我们是飞过绿色的话是得3分，黄色是5分，红色是7分。那如果你穿过时有受伤，但是你瞬间通过的话，那我们是减1分的。那我们之后要怎么飞？ 等下再跟你们说，对，那我们等下是合计全部人加在一起的总分，那每一个人可以飞3次，那取最高分。意思是说，假如说你拿到7分最高分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就飞那一次就够了，这样子。耶！对，所以我们就是飞3次取最高分，然后所有人的分数加起来总计这样子 ，OK 吗？因为怕有人不会飞，那我们先可以试练习一下。可以练习一下。直接把烟火气给空了，是不是？要怎么飞？站在你有翅膀，然后站在那个洞口，然后跳下去的时候，用你的滑鼠去稳住你的方向。对，然后按两下空白键，出去以后按两下空白键。对对对，就这样。然后不能撞墙，不能撞墙。 什么烟？哦，不用烟火，你要用烟火。烟火在上面。要完美的穿过去。哦，烟火在上面。这边是，如果你有完美穿过红色那个框框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烟火这样子。我有。那有超字了。因为是轮流的，所以超字要轮流用。我有疑问。哎，你说那个啊，我有的时候穿过去了之后撞到后面的那个阶梯，不应该那没事吧？那个没有关系，只要不是撞到那个框框就可以了。我们会有裁判在后面判断。 好的，没有翅膀了，怎么控制上下？用滑鼠，只能用滑鼠的方向来控制。上看后往下看而已。哦 ，OK。然后一个小建议就是，第一次呢可以尝试先装5分的，因为5分的比较好进。然后你如果5分过了，再挑战7分。嗯，这样子没有错。跳对不对？要跳下去。嗯哼。哦，你需要。 对，我们等一下会让每队轮流。哦，然后有人往生了，果然，敌人动人了。你等一下，三小，我死掉了。哦，大家注意哦，可能会死。这谁的东西？我来准备还你。我的，帮你的。队友的。想要试试看？帮你捡。我好像捡到阿迪的东西了。给我一双吗？ 我刚刚翅膀可以借，我等下还你。盒子里面有。我在电梯楼下，你在哪？电梯。哦，有了，看到了。好，我在哪里？我们最后1分钟，我们比赛开始。在这里。我的东西掉了。来，交易，这是什么？全力给你，怎么丢？阿弟你在哪？我在上面了，我刚上来。我的东西掉了，穿过去了。好，不对，我跑错地方了。为什么还有钻石？我不知道。 是我怎么拿不回？我退过来。啊，你要丢远一点，你不要朝脸朝下。各位准备好了吗？各位。对。饼干。阿弟。等我一下，我在。对，你的东西，我在你的右后方。我好像吸到别人了。薯条。等一下啊，这是你的东西。哎，你把你的也交给我了。一半红萝卜，对不对？我等一下。还有吗？你还有什么？ 我刚翅膀跟烟火，我捡到了翅膀跟烟火。啊，对。好了。如果它是慢慢滑进去嘞，那不算，那这算卡住。哦，那算卡住哦。所以它除非是被挤进去，这才算进去吗？还是？是慢慢滑要怎么定义？就是慢，什么是慢？因为我刚刚有看几个人是慢慢撸进去的。我捡到谁的东西？ 还是蔡佳能示范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没有啊，我的东西都在我身上啊。我们等下会从蓝方先，然后再粉红方这样，对，以此类推。然后我们是全部轮流完，再换下一队这样。啊，要看示范吗？我不知道我捡到谁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人他是直接撞到旁边，然后慢慢滑进那个红色圈，那这样算还？当然不算啊。啊，不算。撞到就不行了吧？要很顺的过去。 撞到他有时候可以扣1分，撞到，但是瞬间过去，然后但是有扣分，但是有扣血，那有时候是速度太快。哦啊，可是如果撞到滑进去那个就不算啊，可是如果撞到马上钻进去那个就算，这样对吗？对。OK， 那我过去了，但是受了一下伤的那个。哦，我懂。我看到好多小宠物。大家先不要再试飞了，我们比赛要开始了。好。 哇！你到底要不要先玩？比赛要开始，谁出事啊？我出事了。大家睡这边的床，死了就不会去别的地方了。对，先睡一下。先点这个床右键，还不会摔死又跑。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蓝蓝帮先攻。那蓝帮第一棒是谁？ 我们没有讨论，那我来飞。哎，可以。好，我这次也是4、3、2、1这样吗？没有，不是，这一次是所有人都轮流。就每一个人是平均的。然后我们会把那个可以飞几次？哦，一个人可以飞3次。飞3次，好，我们只取最高分。对，好。我打头阵，我打头阵。好，阿美对谁？哎，啊，没有，不是对谁，就是不是我们，我们是轮流玩，我们轮流玩。帮你先。我要打，我先。 好，来，那我们倒数来，3、2、1，哇，你可以够了。好，是我，好。干嘛的？救命！帮你加！哎呦，有机会哦！我第一次是先挑战我们的5分。等一下，他是不是他用踏到那个羊毛了？踏到了，他变成走的了。由我们裁判说的为主，这样的话就不算。 可是我很顺哎，我没有怎么样。我看他是穿过去之后掉到那个阶梯才站起来的。我看到也是这样哎，刚刚没有撞到。他是5分。好，裁判为准，5分，再来还有2次，你可以用烟火飞回来啊。哎，对耶，不是阿美用，我觉得阿傻用走的。好，3次。我要来挑战那个了，红色的，准备。 Go！ 哎呦，方妮，他有没有过啊？啊，红受伤了。有哎，过了哎，可是我损线。有过，但是是插过去，也是扣1分，是这样，是扣1分。对，6分，这是6分。来，再来第3次。好的。对哦。对哦。我是不是要再低一点呢？会。 来，有没有？哎呀，可惜了，最高6分，直接6分。好，下一位。那我们稍微改一下，因为我担心说那个会让另外一个人等太久，所以我们用轮流的方式进行好了。好啊。接下来我们请粉红帮的第一位代表。那我们就胡子先吧。来吧，来胡子豆豆。好。来3、2、1，胡子，哦，吓死我了！哦，哎呀，哦，可惜，哎呀，差一点。那有算分吗？没有过。还有2次机会，你第一次就挑战7分哦。哎，怎么会？有人被推下去了，有人摔下去了，摔死。哎，胡子。 哎，5分，飞得很漂亮哎，胡子，真的，哇，还很秀哎，蜻蜓点水啊，没有，我刚刚失误了，我本来是要7分的，发现啊太高了，直接来不及把鸡头拉起来，是最后一次，来豆豆，最后一次机会喽，能不能一次过7分呢？有，7分，有，第一组每7分的人。 7分，有受伤吗？我这边没有受伤啊，我前面没受伤。哇，厉害！7分，厉害了！不 ，no， 为什么大家一直被推下去？没有。那接下来我们请蓝蓝帮下一位选手请上场。那我赶快找超生。好，不要推，加油啊，美！不要推我。来，豆豆，请。完了。哎呦，梅博。 目标应该是5分，哎，5分，过了，漂亮，也是完美的过了5分，对了，那5分都很顺哎，先保险，梅波你可以飞上去哦，你有烟花梅波，还有2次机会来过这个7分的，怎么从这边飞回来啊？哎，其实我觉得梅波应该有机会哦，梅波应该有机会，按2下，加油，飞行状态，然后用烟火飞。 我没有烟火，那只能用跑的了。我有没播啊？没有，可惜没有过。没播，跳起来，跑跳。我很 respect 那些可以冲过去的人哎。respect， 他怎么转过去的？没播第3，百胜耶！ Hello， 5分，最后是5分。那粉红帮下一位选手，124。哎，有人送烟火给我。No， 没了。阿迪，粉红帮下一位派出谁？阿迪，我吗？对。哎，阿迪是不是？啊。哦，我倒数，来，3、2、1，起飞！一穿着翘翅，手上阿弟有，阿弟有，快点，一点点就可以得到5分了，快点，我们稳稳五分，有钱叫。还有机会，约3次去最高。我想尿尿。怎么？我也想尿尿。那两个队长去尿尿。我想看阿弟。阿弟第2次。边飞边尿。有没有？哎，快点！哇！哎呀！阿弟不止失败还死掉。不要急！我掉了。不止。哇！阿弟要试看绿色的。 阿弟稳着，阿弟去哪里啊？阿弟后面，阿弟这里，哦对哦，好，你要先来捡你的尸，好，我们帮他捡就好，他为什么有2个翘翅？没有，他要翘翅不是？他刚刚背着一个，拿着一个，哦，他背着一个，拿着一个，是小偷，有点好笑。 小肥婆也是跳下去了。不是，为什么你们身上都带着笑事，还会摔死啊？不是吧？干嘛？大家都喜欢站边边看，然后不小心就被敲到。赶快用空白键就飘起来了。加油，阿弟加油！阿弟加油！阿弟真是想挑战哪一个？我现在都没有分，对不对？ 对，都没有分。对，现在还没有分。你可以挑战绿色，有一个安全的，安全分，绿色比较好过。那是3分，3分哦，那是3分，对。好。但是它比较大，会比较好过去。好，我想想。阿弟加油，现在我们问一下阿弟，你现在想要以哪一个为主？应该也是5吧。好。是不是？ 有挑战之心，就是我刚刚都是撞到哪里？我是撞到下面还是上面？中间的部分，撞到下面应该蛮痛的。哦，有上面偏中间。我们请阿弟，如果你拿3分的话，你现在就我们粉红队就会只输1分，但是如果你拿0分的话，就会输4分。懂？但是因为我刚刚都是瞄5分，我怕我瞄3分会失准。 哦，也合理，不用怕了。好，5分合理。我给你个建议，从直的过去比较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中间的左右两侧，不要从中间的上下。哦，我知道，我刚刚都是瞄那里啊。OK，Go， 加油！阿弟，请 Go， 加油！哎呦，有了！ 哎呀，可惜！没事，可以。大家都很有运动家精神，互相鼓励。没错，好棒！那接下来我们要派出谁呢？请懒人帮。谁？去尿尿，我不行了。我要尿尿。最近的人是谁？大家就你了。来，我要尿啦！我要尿尿。 好，现在是尿尿时间。好，我们现在中场休息一下，我们休息3分钟。中场尿尿啊，播广告。大家去你家上个厕所，播广告一下。阿俊，你家是凶手，当然。好，那接下来就由我跟你一路来聊一下我们刚刚的对局。不要去尿尿。刚刚的对局哦，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真的，阿弟真的差一点，有点可惜。对。 不过我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像他一样选择，就是最后一次也是试试看5分。对，真的，我应该也是会选5分，因为5分比较稳啊，比较稳一点。对啊，而且会相信自己的队友，就是可以拿很多的棋。哇，他们队友很棒，还互相鼓励，没事，哇，而不是责备，那就会很可怕了。可能要看人，有些人可能会责备。哦。 大家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表现，因为现在目前分数差距应该没有到差太多。对，还是我觉得这一场这一次的这个体验动能是真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会比较刺激的是竞技场。哦，对，等下还有竞技场很有趣。其实我是不怕这种分数被拿个几分，其实还好。对，因为可以靠后面还可以追回来这样。对。哇，大家都要趁。那这个休息时间，赶快再多练习。多飞，哇，这是可以的吗？趁休息时间练习。像前天的时候，我跟黑羽就有体验过这个飞行的这个，这叫什么？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通过7分是真的蛮难的，我也顶多到5分。一瞬间过去，这一点真的难欸，真的难。 就是的确是像蔡大刚刚说，就是先拿个5分稳稳之后，剩下2次可以挑战7分，还不错。对，先拿稳分这样。那各位也可以记得去收看，大家每一个人有开直播的都可以去收看哦。哎，好了，然后可以看大家各种不同的视角。没错，我们这边主要是主播视角而已。啊，来，准备好了哈，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回来了吗？我来了，有了，都回来了哈，都回来了哈。好。 好，那我们就站定位喽。那我们接下来是蓝帮要派出一位选手，会是谁呢？死阿美，一人一血。来，蓝帮下一位选手是谁？帮我来，我先。凯洛是不是？凯洛，没错。凯洛，请问上有飞行的经验吗？我刚东西被谁捡走了？我身上没有飞行的经验，完全没有飞行的经验，专业的摔死经验。我有多，我不知道我捡到谁的，很久之前。 那至少不会爬高啦，如果有摔死的经验的话。至少凯洛，你有信心。来，胡子，你知道怎么死的了吧？听起来凯洛的声音非常的有活力。交给我，接下来轮到你，豆豆。好，现在吗？倒数3、2、1。烟火。等一下，凯洛一开始应该也是挑战5分。 啊！没有跌落了，撞到了。其实真的，如果你事前不练习的话，这个分数是真的不好拿啦，不好拿，很容易撞到。对，尤其是说障碍物。对，而且虽然说是3分，感觉很简单，但其实，3分如果不练习的话，也会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容易撞到边边啊，或中间那一个。对，第二个准备了，直接飞吗？直接飞。 凯洛加油！凝聚凝神哦！耶！我挑战红圈圈呐 ！OK， 凯洛要用最后一次机会去挑战7分的红圈圈，看能不能完美通过，或是能拿到个6分呢？我来了，轻微撞到就6分，凯洛还有机会哦，有机会直接拿7分。哇，凯洛你竟然过了！来，凯洛。 差一点点。哇，凯洛比较可惜一点，他刚刚最后有点低，然后撞到了这样。哎呀，可惜起飞太晚了。那我们再请我们的粉红队豆豆。粉红队要谁？你想跳吗？对啊，我先跳好了。哦，然后福签死了很多次的福签，来福签，那我们倒数3。哎，他直接跳，可以。一直在打人。 哦，完美通过5分，福签果然是厉害的，太棒了，厉害，5分稳过，接下来就7分了。我飞过头了，呵呵。去哪啦？飞过头了。去哪里？哦哟，福签有机会。好，我现在要挑战那个小洞洞，红色圈圈，加油啊！进去那个洞，目前只有我过哦，加油哦。好，哎，我也过了。 我要再吃6分，我现在这个血量撞上去会死人。你能吃饱？吃东西啊！能吃点生吃的东西，吃点胡萝卜。好上路啊！太早滑翔了！啊，差一点点，可惜！哇，差一点点哦！吃饱好上路。7分真的不好过啊！我要！他会在那个地方死。 不太会飞哦，选手将自己摔死了，压力太大了，这是意外，我要去捡东西了。这是一个可歌的故事，应该是在这里吧？我有多少给你吗？大会的进度，浮现好了，效果够了，没关系啦，不要再做效果啦，画面很够了。浮现视角，我们请看，浮现瞄准7分来。 加油！我附身在福谦身上，我看到的是他撞到了下面一点点，差点过了。你要去哪？人把我推下去。你说下面只有一点点，差一点点。接下来我换蓝帮，要派出谁啊？我福谦几分？这样是不是？5分。好，那我们太阳请上。来，豆豆可以直接跳了。喂，太阳。 哦，一开始7分吗？哦，没有。我才挑战5分，还没通过啊！那个飞回来，而且这个技术高超，技术高超，哇，很会飞耶！好吧，我发现在别人身上还好像还蛮好看，他有没有撞到的？来，接下来第二次，起飞。接下来是7分了，哎呦，比较低哦。有没有机会？高手来了，真高手啊！那就不用猛啊，低的话就不用了。好，下一个，厉害！好吧，红帮。哎，我第一次过，靠！哇，厉害！你好棒！我想跳，我是绿色的。我也是第一次过，我没有跳刺。接下来换鱼竿，哎，有了跳刺可以分给鱼竿吗？我没有跳刺，好过的放回去啊，放进去的。好。 哇，刚刚太阳直接。弟拿了2个，真的。啊，弟拿了2个，手上1个。弟拿2个。来，鱼竿可以请跳了，加油！报告，加油！队长。哦，他一开始要挑战。哦，他没通过。有很漂亮。我拿。成功啊！宇哥很漂亮，过了5分，对，从右边直接进去。来，再来瞄准7分的。加油！ 加油！哎呦！你有撞到吗？他没撞到，好秀哦！他没有撞到，7分，完美的飞过来，鱼哥完美的7分，然后回去撞到，回来撞到自己，鱼哥要摔死了！哎呦喂，我还是不要飞好了。鱼哥非常漂亮的，哇！那不用跳了。 对，没错。是蓝方，我。好，来，豆子。饼干有没有机会？哎呦，5分，拿了5分。哇，后面的选手都非常稳重的直接过，哎，稳扎稳打的，应该是练习了一阵子。哦，哎，要怎么开中间那个准心啊？中间那个十字 F1。 你是关掉了，我没有那个中间那个十字 F1， 我要跳喽，可以直接跳，没关系。豆豆，哎呦，哦，挑战7分，哎啊，差一点，撞到了，再高一点点，偏下面一点，对你再高一点就可以了。对，刚刚饼干的那个的士比较低一点，对，再高一个。 哎呦，哎呀，可惜啊，哇，这次就太低了，有点可惜。 有扣血吗？我比较好奇这个。他没扣，感觉没扣血，没扣，但是没过。我们红包这位是我们的狸猫，换他。加油！狸猫有信心吗？先考。哎，我的准星也不见嘞。绿色的 F1 吗？我的准星是哪一个 ？F1。叫一下准星，先让你叫一下。我 F1 也没有东西。我 F1 也没有东西耶。ESC 选项显示设定，然后中间有一个攻击显示器，有吗？ 显示设定，十字准心。对啊，可是我现在没有准心嘞，它不见了。哎，你往天空看一下，它在不在？关掉了吧？还是 ESC 中断连线再回来的话呢？是你按到 F5，如果视角不对的话，也没准心。哦，我有准心了。是要第一视角哦。我们都是第一视角啊。 所以刚刚阿迪用了别人视角在跳，我刚用第三视角跳，我那么困难，那么难。 那我起飞喽！好，来，我们请狸猫来起飞！啊，狸猫，先稳扎稳打，哎，过，漂亮。谁陷入焦灼了？陷入焦灼是什么？踩到蜂蜜，踩在那个蜂蜜了，粘在蜂蜜上面一阵变的龙珠。狸猫其实蛮会飞的，是不是有偷练习？有啊，还是要炸掉你家。先不要。 来，狸猫再来第二飞，豆走。哎呦，哦，哎，没有，直接中了，再见哦！哇，直接爆炸，狸猫。没事。体验动能。哇，狸猫还有机会。加油加油加油！7分还有机会，所以第二场撞墙，所以不算。嗯，来。 狸猫死了，别过！狸猫死了，你是有练吗？死掉了。狸猫，哎，他可以借我飞一下吗？哎，我的东西嘞，捡一下啊！刚刚跟别人洗手了，我东西都不见了。有人可以借给狸猫撬刺吗？箱子里应该有，我刚好放回去。箱子有一个。 那看完了可以把跳刺放回去哦。看完了把跳刺放回去。好，好，来来来，接下来最后一飞了，狸猫。好，来，可以的，好，可以的。我暖身一下，暖身一下，暖身一下，很紧张哦，很紧张哦。好，他张开他的翅膀。哎哎，哎呦！ 有准哦！哦，结果完美通过，完美通过，7分，漂亮！你们好厉害哦！我才90哎，你们好，我才90。看我们的蓝帮，知道。蓝帮下一位是谁？我来好了，我来。哎呦，阿潘上次把跳刺还回去哦，谢谢。阿潘上次3连过哎。 3连过，高手都是高手是吧？没有吧，他20几连过吧，他不可能会失误吧？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失误吧？飞行员，竟然飞5分，竟然飞5分，看不起你！就是先拿5分，再拿高分。你拿3分、5分跟7分，我就叫你大哥，快点！你去3分、5跟7个拿。777可以加额外加分，前7分。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加分？额外加分。 但是也没有人第一个就7啊，不是啊，因为你刚刚说建议先拿5分，所以大家都会先拿5分啊，所以我觉得不要777，我觉得要没有，太高了，777一个成就就好了，没有额外加，可恶，哇，可惜，我得到了，因为我得到我飞行员的称号吗？偏右边一点，对，偏右边比较少吧？你怎么知道他偏右？刚刚就偏右啊。 再来下一个，加油！哎呀，没有5分，撞到墙壁，可惜。来，接下来请我们粉红帮赛棒是谁？我想跳，自由跳。来，周周，阿潘是5分哦，对，5分。来，我们请呱呱跳，5分。 5分，稳扎稳打。哎，飞过头，差一点。好，接下来第二飞，他想吃饱吧？有机会吗？第二飞，好紧张，加油！哎呦，哇！我发现大家第二飞是不是都会先差一点，比较低的时候再飞起来，比较好瞄吧？应该是因为平行比较好瞄一点。 我刚刚的高分是一开始我就滑了。哦，哎呦，呱呱还差最后一次，加油，呱呱，加油！来，最后一飞。哦，吃饱饱，吃饱，哦，吃饱再飞，哦，怎么了？哦，飞了。 哎呀，可惜，5分卡在外面了，右上一点，哎呀，可惜了。接下来换蓝帮，好啦，我，哦，繁星要上了是不是？飞行员，繁星还有痛刺，翅膀上有图案，翅膀是不一样的。 好巧哦！哎呀！第一次连7分，我觉得繁星有点太想要有那个成就，没了777，大家都想要成就。他说除了7以外的分数我不拿。好，我原本也这样想。哎，繁星，我刚原本也这样想。 没事，我们一起这样想。小新，你第3个也要瞄准7吗？哎，飞七不飞。哇！飞七不可。哎呦！哇！还会卡。快点，快点！翻新的明年有七，我要去体验动能了。 没事没事，没事，人多一次，人多一市场，人多一市场，没事没事。我是美妮，美妮美妮，请准备好就可以直接飞喽。哦，好的。哎，美妮飞，美妮挑战，哎呀，哎呀，想挑战7分，太低了，介于5跟7中间。对，你是想要挑战5分还是想要挑战7分呢？想要5分，想挑战6分吧。 想要6分吧，他想要取中间值，他这边差一点，差一点，慢慢来，慢慢来，屏住呼吸，来，加油，加油，我认识了，谁这边踹我啊？准备好就飞，你不是有这一轮蛮准的，哎呀，哎呀，哎呀，差一点点，偏上一点点，差一点点，美妮陪我，美妮陪我，一定要开始这种节目。 陪我，美妮到底是否会是陪繁星呢？美妮，你有开始自准星吗？好，开一下，开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的撞法跟他弟很像，应该都是因为从后面看，你的那个视角要切成第一视角，你怎么用死了？我第一次死，我没有用死，你又死 ，no。 好，哎，你可以上上下下，你站在上面。美妮，最后一飞，行了，没有机会，完美，完美飞过5分。好了，所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十字准星真的非常重要。十字准星如果没有开的话，基本上很难过。如果有人刚十字准星没开还过的话，那真的是飞行天才。对对对，队友也很难过。不错。来，接下来反黄帮。 换我好了，哎，是换我们吗？是换蓝色，是换蓝色，换蓝色，他已经有点搞不清楚。我要压轴，哇，阿静是不是？哎呦，阿静应该是偶数分吧，2、4、6那种。为什么？为什么？哦，因为会，他的嘴炮，他的嘴炮，好烦哦！哎，阿静，开始。 不算，还追人，他还追人，他还追人，算是你第一飞。要打人，要打人，打人打架进可以，打架了，团队打架了。阿静内讧，阿静内讧，他先去打人。阿静稳住，安静稳住，是不是不想结束了？阿静来飞我们的第一飞，阿静加油，好，准备 ，Go，Go Go， 哎呦。 应该就挑战7分啊，差一点点。7分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啦。所以阿锦是没有7分，我不飞是不是？没错。稍微吸一下。没有7分我不飞。再一次就过了。哇！肚子小心，肚子。没有，这没有。阿静下巴也收一下，下巴也收一下，过来了。要收哪几个？都收起来，真的非常强烈。 踩到海绵了，你的手要贴紧。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7分哇！7分拿到，7分拿到，不错，厉害！不错，你是第一个说我只过7，没有7我不飞，而且还过的人。没错，厉害！踢！哎，阿静表现非常好。接下来换我们的粉红包，换谁？ 龟龟是不是？大哥输了。大哥没有输。敢不敢飞7啊？大哥甜甜圈死了。啊，敢不敢飞777？大哥敢拿5，稳稳拿。大哥说有我在场，我只飞5。大哥稳的。飞5吗？飞5。来，大哥第二飞。 哎！刚差一点，他刚刚最后的最后下来，往下偏了，不然就过了。嗯，来，接着第3飞，偏高。龟龟，你是偏哪里？哎呦！哎呀，5分，大哥没有。龟龟都偏下。再换我们的蓝帮，最后了，最后了，快了。我还没飞过。哦，剩两个人，优奈跟我，优奈吧。那优奈先。 OK， 感觉又是非常认真在练习这一块。没有，我真的很不会。我们上一局的 MVP 这一局到底是否也能过7分呢？你不要给他压力，好可怕！我在施加压力给他。你要选5分。哎呀，5分，已经拿到5分了，很顺哦。很顺哦，很顺哦，哎！而且还很漂亮的飞回来，我觉得是个飞行高手。真的，其实优奈他说他不太会，他会啦。 他飞得很好哇！牛奶再一次，真的能飞回来耶！哇塞！哇，这个都是考考的人。上一局的 MVP， 牛奶再一次，牛奶再配置，再配置，再七一次，再七一次，再七一次，两个七。虽然没有特别的意义。胡萝卜一下，好。 哇，上一局的 MVP， 这一局还是过7耶，好厉害哦！胡萝卜的家，真的2次过7啊！没有，还没过气，还没过气。没事没事，你只要有过就好了。哇，厉害！真的强，真的强，好厉害！我们粉红帮，我们粉红帮还有谁没玩？看起来是季炯吗？季炯跟谁？我也还没。红埔季炯。季炯跟红埔。对，我也还没。谁想跟菜渣？谁想跟菜渣？ 好吧，那我跟他吧。好，哎呦，我们就是季炯先。我不想要压轴，怎么又是我？我是季炯先啊，季炯先。嗯，好紧张啊！季炯请上场。季炯嘞？有了。我要跟大家说，我做了一件蠢事。可以，请说。你刚刚都没开麦，自己被困在。 我让自己困在那个竞技场里面了，我5分，没有，这个应该不算，这个应该不算，对，这个不算，加油，季炯加油！他刚刚是卡在上面，然后再从这里走下来，移过去，对，可惜，哎，可是季炯感觉应该是5分可以稳过了，来，季炯第二飞，豆粥，哎呦，豆种大豆翅膀。 哎呦！我这个感觉事前应该也有练习过。哎，啊，对不起，不能夸。夸了，等一下就发生惨剧了。飞不回来了。好，吃点东西。吃点东西，然后准备我们第3飞，我们看一下。哦，现在很饱了。加油！好。哎，太低了啊！可惜了。太让了。 太让了，最后一让了。那红普先，我要压轴。你为什么可以压轴？为什么？不管。哦，所以菜单压轴，所以继续我们粉红帮是不是？对，可以。主办的任性。好吧，那我有主办。请上。哎呦，有没有机会？哎呀，你也想到了吧？ 你真是想拿最低分呢？来陪我，紧张了，不要这样子。没事。啊！哎，瑞，我捡到好多人的东西。有没有机会？5分。啊，可惜一点。加油啊！你只要过了这一张，没过7分我们就赢了。你只要过了就好，过了5分。你要确认他会过呢。 靠腰真的哎，5分。对啊，你怎么在偷算？我没有偷算，这是常理来看。刚刚阿庆没过啊，啊不是阿庆啊，繁星没过啊，对不对？加油！我觉得稳着。好，了不起就第2，不要怕。红普加油！好，加油，我们给你压力。有了。耶！ 哇，可惜了0分。等下第一次在哪？阿弟怎么又死了？你到底在干嘛？我在试用那个烟火。既然都这个局面了，你要7啊？就必须得掉7分啦！你要没有7就不过吗？当然啦，耶！有挑战哦。现在说要看是这个伺服器的主人嘛，代表说他一定花最多时间在练习这个东西吧？没有错，你觉得菜渣过的几率有多高？应该蛮高的吧？我觉得大概60%可以拿到2个7， 60%的几率。来，大家，马上好，大家好，我们请，喝个蜂蜜柠檬。你在空中转一圈再进啊，比较帅。对。哎呦！哇！没有，好啊！好炫技啊！我看到你的球走了2步，疯啊！他直接过哎！哇！他是不是连过了？好强啊！好强哦！那个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要配10个，我们不能在天空这样直接转哦，要从平台上面跳。What？ 扣分吧！我尊重规则，扣分吧！要扣分了，扣1分。好了，我们恭喜蔡家，我们恭喜蔡家获得7分，恭喜！或许我们下一届可以加一些可能像是什么姿势优美啊之类的加分。我就像跳水比赛那样子，对吧？举牌吗？对，我们可以举牌，我们可以有3个评审，还不错哎。 然后每个人看他的飞行方向有多美，这样来。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大会先结算一下我们分数。好紧张，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然后结算一下分数。不确定到底谁才会分数最高呢？季炯，太紧张了。你有记录吗？你过来一下。我有记录。OK。你过来一下，你看一下。你有记录吗？祈愿之光，祈愿之尺。哎，你不觉得刚刚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吗？就你。 在那边累，2分没用。2分不过，本来想说应该大家都是稳5分拿的，没有想到有些人会有一些特殊的操作，像是哦我没有7分不行。对，然后就导致哇进一步影响到后面的人，也说我没有7分不行这样。我觉得这次比赛每一场的就是运动项目都非常的有趣，那我自己觉得飞行观赏起来是。 蛮优美的，然后每一次都很刺激，就不知道说，哎，这次能过呢还是不能过？哎，而且跟大家讲一件事，已经统计完分数了，我要准备公布了。好的，紧张。来，大会报告。哦，我们蓝蓝帮刚刚的得分是54分。耶！那我们粉红帮。 我们的分数是46分，可惜喽。恭喜！其实差距并不大，但是就很可惜啊，差一点点。太棒了！没错，所以这一局由我们的蓝帮获胜，蓝帮，耶！恭喜我们蓝帮！哎呦，很多杯。 那我们就是这个运动项目已经结束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呢，大家就帮我准备到竞技场那边，我们要进行我们第3个活动，要打去竞技场打。那我们跳刺要还吧？要跳刺要还到那个上面的那个箱子里哦。身上只剩一开始发的东西哦。谁在浪费烟火？请大家集合。集合一下。重生还是在飞行状态？我是要重建游戏吗？ 对，ESC 或者 Shift 就可以了啊。那个，哎呦，先待在上面，不要去休息室。大会报告，现在的总比分是蓝蓝帮77，粉红帮66，所以其实分数只差11分。哦，那接下来这个的要打去竞技场打这个比赛项目呢，对，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就是直接会把分数拉锯开来的一项比赛吧，我觉得啦。那这一场的这个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2个人单挑。那我们等一下的话，我们的 Discord 会分队，就是粉红帮1队，然后蓝帮1队这样子。然后我们2个主持人呢，我们会对打的人也会自己上去。那我们2个主持人的话呢，也会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地方主持这样子呢。大家如果要上来听的话，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等等进去之后呢，这个东西呢是生死竞技场嘛。那进去之后它是没有办法出来，除非你死掉，或是你的队友帮你开门。 那一进去这个场地里面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可以按按钮的地方，那它会随机分配3个装备，可能是1个辅助装、1个武器，然后1个那个防装这样子。那你们也可以讨论说，就是谁要拿什么东西，因为最后会有1个人没有任何的防具这样子。没错。对，所以我们等下就是先分配装备，然后讨论要怎么上，然后接下来就会开打了。那这个的，哎，请说。豆豆，接下来的话，我们请两队就是准备，等一下分开来，然后你们先讨论一下，说自己的轮流，谁要先轮流，然后有一个顺序已经决定好了。对，我们顺序已经决定好了，都好了，对不对？在那个分数那边，第一场是龟龟跟繁星。 对，第二场是阿潘跟红普，第三场是胡子跟Fanny，第四场是阿静跟美妮，第五场是饼干跟季炯，第六场是凯洛跟福田。嘿，这是旧的版本吗？哎，等等哦。好，给我们旧的版本。应该不是随机的，应该没错吧？不是随机的，不是随机，应该没错，这应该是新的。Oh my god！ 那个你给我们旧的版本，我看到了。 哎，是吗？这个不是，应该是对的啦，这样子，因为没关系，就是第一场就一场宣布谁跟谁好了。OK， 一场宣布 ，OK， 一场宣布。好，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那我们就各自到各自的分队去。那等一下的话，会是龟龟跟繁星。好，我们先去。然后，等下，繁星的东西不见了，谁的身上按一看一下有没有他的。我刚给他了，没有，你的不是我的，有翅膀跟接符盒。按一下一，看一下有没有。繁星的在我这。哦，抓到。你在哪？哇，龟兔大战，真的啊！完了，那预言要成真了吗？我好怕。等一下，我给你们。 刚刚有讲嘛，就是你进休息区后，后面有一个按钮，然后你按了以后再跟队友讨论，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使用道具的话，就跟队友讨论。然后等一下在 Discord 里面的话，就尽量只有那两个人讲话，跟主持人。可以。对，就是对打的时候啊，打完就可以随便那个。好，好，耶。我们去楼上。 我来开。各位繁星准备好了吗？好。哎，我们要移动吗？美妮还没。嗯。现在要干嘛？不知道。现在是龟龟繁星先准备。你要捡到翅膀吗？嗯？你要捡到翅膀吗？怎么了？有。没有，他还没还我。 哦，哎，龟龟繁星准备好了吗？龟龟繁星，好了，龟龟呢？哎，龟龟嘞？龟，那个按钮不要乱按哦，因为按下去的话就会那个，所以啊先，龟，我们看一下里面49。你准备好了吗？你不用上去，你待在这就好。啊，还不是说分装备要讨论吗？对啊。对。哦，你们要先分装备好，你们先讨论一下，可以。对，我们讨论完以后，大概30秒、1分钟吧。OK，大家1分钟讨论好。那我现在要干嘛？等一下，有第二个人按了。等一下，谁一直按按钮？他们对面的啊。你们已经在分了。他们我看那边有人在闪东西出来，是不是？我是想说，那个上场的时候按一下，对，因为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里面的东西少很多。他们跳出去了。哎，那你们可以把东西丢给我吗？我来分。好，我们先除错一下。干嘛？我们现在要去蓝蓝帮吗？会死掉！你们在干嘛？他们没有在语音。他们没有在全员里。你要不要跟我去讲一下？等，我懂意思啊。他们已经分类了。我懂意思。 对他们分类了。哎，繁星，我看到有个箱子是你的吧？嗯，你看上面写名字啊，他写饼干，饼干。我的，我不知道哎。你刚才我们现在大家先进行一下除错的部分。对，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场地非常的漂亮美丽。这个竞技场还不错，蛮有趣的。对啊，有分就是两方不同的颜色，然后画面也是很好看的。啊，要不要先来老队哎？ 有个这个场地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场地是中间这个黑曜石的地方嘛，你上去之后呢，你就是除非死掉，对，除非你死掉或是你掉下去，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离开，对，所以不会有平手的状况出现哦，只有一方离开的。如果同时掉下去的话，不知道。同时掉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要请裁判看谁先落地这样子，对。 对，我觉得这个场地设计的真的非常的好。很漂亮耶。对，目前应该还在除错，对不对？所以是每个人轮流在拿，对不对？应该是他们应该是每个人轮流。蔡大原本预想应该是就是拿这样。没有，蔡大应该有是先分好了，全部先分好。蔡大刚刚好像是讲说什么一次按9下，然后大家要讨论怎么分。嗯哦。对，但是他现在好像又改了，还是怎么样？哦，他改一下方式。哦，对，其实可能，我觉得2种方式都可以啦。只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哦，你按一下，然后你随机分到的东西，然后你要不要用它，还是你要再按一下，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过程这样子。比较可惜的是，那我们不一定2队的想法是一样的。待会我们等下是繁星对上龟龟，那繁星你有信心吗？你对龟龟？我怕伊索寓言成真啊！哎呀，伊索寓言成真，要看那个龟兔，笑死！哦，阿D已完成进度，用钻石包覆，该不会是拿到了全套钻石装备吧？全套钻石。好，我看一下上面准备的怎么样。好，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他们穿什么来分配？是我们第一场我跟龟龟打的话怎么打？是直接抽然后直接硬干吗？还是有要分什么？蔡沙刚刚一开始在导览的是说一次按9下，不要多按吧？对啊。后面好像说等一下，我就想他怎么了？对，所以粉红队他们才会失控。嗯，就是他们直接去小圈圈。真的还有讨论好，我这个角度看到还可以看到后面那个钻石口袋夏季运动会的那个 logo， 很棒，淡淡的，对，好赞哦。嗯，噔噔。喂，请问等一下我要怎么打？直接抽一次直接打吗？抽一次，然后进去以后就我们他们准备好就会下来，然后里面这边应该都满的嘛。对，好，那你可以抽了。我抽，然后就直接都不动。对，右键 ，OK， 然后拿到什么？隐形隐形药水。我可以不带哈哥可吗？我们要偷偷讨论吗？还是在我们这边讨论应该没关系，他们也没下来。嗯。还是偷偷在那个也可以啦，两边都可以，反正。等一下，我们拿到的那个道具一定要在蓝帮，赶快上去。好，蓝帮，请到蓝帮。没事，怎么了？为什么？怎么了？哦，拿到那个引擎药水。对，然后嘞，引擎药水一定要偷偷讨论的。哦。我刚刚就是想说，为什么我们直接开始？你要直接假装跳到他后面。隐形到他后面，然后把他推下去吗？这种除了装备以外的 buff 类商品还有什么？除了隐形药水，拿到就知道了。等下你说除了隐形药水哦，加速吧，感觉好像有点运气成分，对不对？对，加速啊，蜘蛛网啊，还有伤害药水、环速药水、打火石之类的。所以你们这一队拿到什么？我们这一队是拿到隐形海龟头跟木镐。那你们决定要带什么上？超强的，带什么上？3个都可以带啊，对啊。我现在另外一边问事情蔡莎，怎么了？他说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面的人用吗？可以不用吗？不行。哦，那我跟他说。好，那就怎样？隐形药水要怎么战略要怎么？就我就直接开场隐形啊，看他可能空位很久之类的吧。好难欸！你要进去以后才能使用哦。好，对，进去以后才能使用。好，他有问题啊，看你要不要直接去找他。好，我粉红帮那边嘛，我过去哦。好，他是大厅。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回去了？好像就看你自己怎么用吧。对啊。好，拜拜。他们好像还在沟通。这么难沟通？怎么了吗？我不知道。啊？喂？喂？嗨。是这边吗？我来错了吗？没有啊。应该是没有来错，但是要等那个等他们其他人下来。 肚子饿了，哇哦，太阳！暴风雨前的宁静，大家都好安，好安静啊！对啊。 被蚊子攻击，哦、oh、no！ 哎、欸，同队在打我，白痴哦、喔，就打那个红色的。哦，大家打之前要记得吃满哦，小心扣血。要记得吃饱。掉进去了，白痴哦、喔！我上来一下，上来一下。哦好。哎、欸，你上来一下。他们的战略怎么这么久？攻击的 CD 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能连挥，连挥会不痛，只有击退而已。哦，所以这你的十字下面有一个箭的长度，哦，要等他那个跑完才是 CD 完了。了解，可以拿剑稍微练习一下。对他如果拿刀的话就完了。 嗯，谁是丢东西给我吃啊？当我乞丐哦！他是怕你饿，他是怕你饿，你怎么可以说人家乞丐？你的脸看起来很像乞丐啊，没办法。哎，太凶了！他们好了，回来了。好诶，然后各位。 在比赛的人啊，那个旁边应该有箱子，对不对？ Hey. 准备要比赛的人，把你们的重要东西放进去，因为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那个可能会被打死之类的嘛。好，好，留刚刚抽到道具就好了。对，然后这个竞技场，大家都在上面吗？嗯。预备，三、二。为什么美妮在我旁边？等一下，不是，这样、你们先先不要进门哦。sorry。 还没进门哦，预备哦，给你们看个东西。烟火？什么？有人掉下来吗？没有吧 ？OK。哦，无解系统！耶！我今天不知道哎，脚本没有这一趴。岩浆哦，一定要的。快死掉！太邪恶了吧！好紧张啊！ 哇，这样刺激多了，就是要这样。哦，这是偷偷弄的吧？我都没有跟别人讲，哈哈哈哈哈！太厉害！接下来我们请双方选手预备，分别是我们的龟龟跟繁星。哎，如果一起掉下去，活着回来才5分，还有活着。 一起死的话就没有分。对，如果把对方拖下去的话，就都没有分。哦，是啊，活着回来才有分。没错，那中间可以吃东西补血吗？就只能用里面的道具。对，所以你要只能用你那3个道具。好的，让你丢红萝卜。但是不能补血的。除非那个道具是补血的。怎么没有发那个伺服器的那个吗？还是怎么没有发？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小道具。我伺服器是顺的哦。一来丢东西，我会做的。 因为岩浆吧，可能因为岩浆。你按杜瑞瑞，请不要浪费食物。杜瑞瑞 ，Yes C 选项，然后显示设定可以把画质改流畅。好，那接下来我们蓝方，是我们的繁星。繁星准备好了吗？好了。你有信心打赢龟龟吗？没有。有。我还是比较低耶。那接下来我们的粉红方是我们的龟龟，你有信心打赢繁星吗？没有。 怎么大家都没有？哦，2个人都没有这个信心，但是完全没信心。等下的生死决斗就要开始啦！没错，我们3、2、1就走出去哦。好，来哦，倒数3、2、1，比赛开始。哦，第一场的比赛开始了。现在，哎呦，现在龟龟，哇，直接拿是隐形药水，他这是隐形药水吧？隐形药水太厉害了，哇，看不到，危险哦！哦，繁星获胜！隐形药水太酷了，耶！光荣回来，太香了！繁星一下下而已，肚子赢了。 在旗子上面，繁星太屌了吧！我本来想拿，我还抽到海龟壳，想要霸凌你。好强，好强！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下一组就帮我们准备一下，是阿潘跟饼干的对决。阿潘跟饼干就是下去，然后按一下按钮，显示距离拉近一点。不同队吗？裁判，我们同队，他们同队啊！哎。 哎，怎么了？哎，我搞错了吗？他跟阿潘是同队啊。哦，等一下，搞错了，阿潘同队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照原本传的，那是阿潘跟红普哦的对决，可以吗？原来是阿潘跟红普。对，阿潘跟红普。红普身上有一把钻石剑，先把他杀掉。我现在下去了。你那个东西要放箱子里哦，不然烧掉就没了。好。阿潘、红普准备好了吗？ 放下我的放装备，都放好之后就跟我们说一声哦。好了，好了，那我们要去讨论一下吗？好，讨论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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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他们讨论一下。救队友的时间到了。你抽到什么？你拿到很强的嘞。喂，讨论什么啦？拿到什么？没有，你拿到什么？放箱子要不要？拿到幕府，他拿到幕府，哎，幕府。哇，我跟你讲，你慢慢会用跳的打，跳打超强，跳打比较痛，会暴击，而且你有铁裤子。现磨豆浆是什么？豆牛奶吧？那好像没有。那个是，如果对方丢你负面效果的药水的时候，你喝再喝。哦好。哦，解毒的。铁裤也太强了吧？对，解毒打嘛，对不对？哎，谁在乱放火？有人在乱放火，对面的。我看到。 我靠！椅子烧起来，椅子烧起来了，椅子烧起来了！No！ 没有，他们应该会救吧？我想灭火了，灭火了！啊，灭火了！哎，等一下，代表他们抽到个东西可以打火石的功能，对，打火石，打火石，小心，小心打火石！哎，可能敌不动，我不动了。哎呦，那你要小心，小心他的打火石啊！那个，哎，我们是幕府，刚好会烧起来。哎，不会，打火石魔法。 他只有一滴一滴扣啦。他只有一滴滴扣，所以你还是有机会砍死他。对，推你砍他应该还是砍得赢。对，如果你对攻击速度没有信心的话，你还是连挥好了，把他推下去，把他推下去也可以。对，他被打火石弄到可以喝那个什么豆浆吗？不行，好像不行。没有。对 ，OK 啊，那个用水通解。好，走吧。好 ，Go Go。 组的话是阿潘对红普，加油！那下一组是方妮对胡子。哎呦，大家准备好了是不是？下一组啊，下一组好残忍！要开门了没？等他们可能还在讨论，或者在修复好像来的东西吧？啊，来了，嗯，来了。 讨论好了，我刚刚用什么告他之类的，对，我听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想法。好，那我们两队都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这个看一下，阿潘红普 ，OK， 好了，来倒数3、2、1，双方请上。我一样的裤子哎。啊！ 哎呀！干嘛？大家都不敢前进，两人都非常的害怕对方会有什么。非常慎重。哇！看跳看。红普手上是没有武器。跳看。拿着幕府。哎呀！红普拿着什么东西？这感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对决。哦有，阿潘在被推到底了。哇！阿潘被关死路了。 哦，哑巴！哦，这就是看谁。哎呀！我们都掉下去了。平手。但愿同年同日同月死。看来是两个人都没有分数。他不会右键吧？我点不了。右键要右键。你不会点火？你刚烧了我们这边休息区，然后你说你不会点火。我点不了。 我看到有人把自己休息区烧掉了，然后在现场跟我们说，把我们休息区烧的一个洞一个洞，哎，我有看到，说不会点火，对不起，那是很会到我的东西了，哎，好，好，下一场，接下来下一位，下一组是胡子，对，胡子对决吧，胡子跟方的对决，这个精彩了，讨论一下，你们讨论一下，好。 喂，有，喂，拿到什么？哎，拿到什么？我拿到蜘蛛网磁彩，蜘蛛网极强哎，火链裤，感谢 DC 的，蜘蛛网就把别人困在里面，然后 A 他，火链护腿，那也可以啊。如果在蜘蛛网上被打，会掉下去吗？不会，好像不会。那要不要自己跳上去啊？对啊，其实不太要。 不太建议，不要这么刺激的。对，那怎么办比较好呢？你会打僵尸或苦工那些吗？把对方黏住，再慢慢把他推下去嘞。就是我想要黏住他，慢慢挥死他。你是磁产也是有伤害的啊，也不错。可是他在蜘蛛网上也可以攻击我吧？会不会变慢一些？是哎，对，对面是胡子，胡子会战斗吼。 因为，但是你如果你黏住你自己的话，胡子就可以凌虐你嘞。要想一下。对啊，他就可以把我打到。工具不是一样的吗？他是钻石鞋。哎，他已经进来了，他准备好了。钻石鞋。怎么可以有钻石鞋？工具你不一样吗？他怎么这么快就要开干了？我问一下那个蜘蛛网，等一下蜘蛛网要怎么放？右键呢？放方块一样，按右键就可以了。好吧，那我就随机应变喽。好啊。 等一下，饼干有剑剑，等一下，饼干什么？饼干想讲什么？你等一下直接走到中间，然后虚张声势，他一定会慢慢的跟你到中间嘛，你就要中间放了之后就退后，问他要不要打平。什么逻辑？谁要跟我打平？我们没有平手的，一定要死一个。好啊，那我先把它黏住再说了，好不好？好，走到中间 ，OK， 好，加油。 非常好，这场感觉非常的刺激啊！人选上面就可以进去了吗？不是跟方妮啊，可以进去。等一下怎么攻击？希望不会比赛影响到他们本身啊。没问题，就算要跪算盘，我也不会放水的。啊！怎么办？ 是了吗？还是来倒数，进去就可以开始。3、2、1，双方请上。然后胡子现在走路非常慢哦，还一直蹲着，很慎重哦。哦，方妮真的是哇，跟我一样，原来是蜘蛛网，原来两个人都有。 怎么啦？这个比赛一点都不精彩。这个，请问要？这个比赛毫不精彩。这是蜘蛛大战吗？而且胡子负责挖，他挖第二个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危险。方妮应该可以打得到他。方妮偷偷打他。我现在怎么样？偷偷打他。我打啦。可能有点难打到对方。一个是10手，打到胡子一下。 哎呦！他妈在破解这个蜘蛛网的时候偷打对面，这样慢慢打啦。那胡子不敢解第二个蜘蛛网，因为他怕解的时候被方妮偷打。哎，方妮是不是可以再冲一下？再冲一下！啊！什么卡住？就是要尊重人啊！哦，高位啊！哦，很吃。为什么反而是被卡了？有力打到对方？对啊，为什么？ 哇！哎，为什么？哇！不是，你不能连挥啊！你连挥没伤害。攻击力比较高，所以很可惜。对啊，因为我是失败。那你的食物还在上面，你要不要去捡一下？对，我怎么有带着食物？你什么东西都带着啊？忘记放了。那你该不会吃牌烧掉了吧？接下来的几局，我觉得我们觉得讨论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们决定不给大家讨论。OK， 反正不讨论。 好，血流成河，直接血流成河啦！那下一局上场的是阿静跟美妮，还有直接往在上面，好，直接领，然后直接睡，直接东西放着就通了吧。好，哦，真的假的？这是阿翔吧？美妮，等一下，好可怕！等一下是除了比赛的人以外都要关麦，对不对？啊，就尽量不讲话，对。 所以大家等一下不要讲话哦，除了比赛的人，像比赛的人。好，那接下来阿信跟美妮准备好了吗？好，阿信 OK， 美妮 OK。我先预测一下我自己会赢。好，预测一下自己会赢。阿信非常的有信心呐。有没有？看看美妮。可以哈，来，双方请走出来，因为有一方走出来了。 对，然后我们推到底，双方推到底哈，来倒数3、2、1，比赛开始。美妮呢？直接上场，哇！哇！传了美妮，成功！对，太精彩了！秀，你是不是想操盘？哇，太精彩了！你是不是想操盘？你为什么不回来？ 他没有活着回去，他不能大猪排，他不能灭火，然后赶快跑回去啊！啊，对哦，他没跑回去，对不对？他没有活着回来，对啊，要平手吗？平手。哇，这样算平手，对，这样算平手，因为要跑死了吗？啊，可惜，尽死灭火。应该说他不知道怎么灭火吧？应该他没办法灭啊，打地板灭火啊，哦，可以啊，所以这一局是平手。对，这样是平手吗？我原本觉得阿信优势很广，结果美妮把他打下去，我这刚那一刀厉害了，真的厉害，刚刚很精彩。我想说我是玩下去，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不要一直让你上去。平手的原因应该是因为要活着回来才能算。对对对，一开始会只有输，有点可惜。饼干记者准备好。 OK， 都准备好了，饼干计较。等我一下，东西还没拿。哎呦，啊，不知道他们本身拿到什么东西耶。每一场的都会因为那个辅助的装备感到有很大的那个差距。对，真的。哎呦，哇，好强！已经准备好了。来，双方可以出来了，然后就定位。好，3、2、1 ，Go！ 又是隐形药水，黄金剑跟钻石十字镐是吧？啊，又是这不是钻石十字镐，钻石有剑来，有剑的位置。隐形药水会直接掉下去了，因为他有拿剑呐，他拿剑看得到。输啦！我还在烧火啊！ 太简单了吧！我们公司太简单了。给你一点面子，啊！刚刚你丢太差了。哇塞，太强了吧！这一局这么快的就结束了。对啊。我们问一下饼干，你刚刚有什么想法？还没做事就赢了。哇！我还没看清楚就赢了。一开始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吗？那我们问一下季炯，你刚掉下去。 哇，你是不是觉得很可惜？其实你蛮有优势的，因为我第一次用隐形药水，我连地板都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我站在哪里，就死掉了。地板都看不到，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好啦，那我们接下来下一组的话，会是我们的福谦跟凯洛。哎呦，福谦算是比凯洛还要常玩 Minecraft。那凯洛的话，哇。 我觉得凯洛比较来喷装备啊！我觉得凯洛比较出神经一点，但是他会给大家就是出其不意的一些惊喜。那福谦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智商压制的一个概念，也是不清楚。对，稳打，智商压制也是不清楚说两个人到底实力水平怎么样，看不太出来。哎，我没有武器耶。哎，为什么你拿到2个？对啊，我拿到2个哎。你按到2次了吧？我按1次而已，它里面就只有4个东西。哎，你不会只有4个东西啊？只有3个而已。又收起来了。只有3个而已。哎，烧！灭火下！灭火下！过来下！跟我一样。 我们的比赛延期啊！接货！救火大队。那你应该没有。这我丢出来给你看哦。李佳薇。好，我拿到这4个。啊，不就帮我照李佳薇？这4个。再按1次。对啊。我再按1次吗？等一下。哎呦，来对，排除一下障碍。我是不是抽到 SSR 了？这卡池有问题。好，我帮你按按钮，你站好。 好，我站好，乖站好，站好，往后一点。好，关羽，福谦应该准备好了，这样子才对。有了，哇，魔关羽啊！魔关羽，哎，我拿到一个废物点心，完了，哎，上吧，把自己抽到的都讲出来了。双方准备好了，我们选手各就定位，3、2、1就开始。等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个？ 对啊，为什么会这个？你确定这是我的吗？哎，怎么了？海洛这方怎么了？他们又有一些状况。对，等一下，你们那边是剩3个吗？你们那边的3个东西而已啊。对啊，剩3个东西。剩3就是箱子里剩3个。箱子里吗？就是那个箱子对，都是3个啊。哎，严格讲，我只有1个哎。对，所以你刚刚拿到的应该是，那你手上那个还我这个。我手上这个还你，那我就没东西了。 不是左手的东西，左手对，不，这是右手，对。哦，这一个东西哎，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好什么不好？这一点都不好。好，这样子才对。对，不好。你拿另外一个也没有用啊。我们来帮凯洛。怎么了？没有什么信心啊。我只有一根木棍，还有一朵可以为我带来幸运的花朵。来，我双方就定位，来选手请出场。 我的定位在观众席，3、2、1，双方请上。不是啊，福谦太强了吧？还有裤子。凯洛只有什么都没有哎。哇，现在，哎，双方其实都是木棒的。对啊，双方其实都是木棒，只是装备不一样。好难玩啊！哎呦哇！只是谁先下去也是有可能就这样没有的。把他打下去。 龙盾胡斗，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福谦真的就是稳扎稳打，然后凯洛你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招。凯洛有点迂回啊！凯洛，稳扎稳打，福谦获胜啦！福谦赢了，太好了！太棒了！这把花朵放在里面的，哇！可惜，最后被打出去了。 祝福幸运的话，可能祝福的并不是真正的幸运。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用，再跟刚刚的烈火一起烧死。好，接下来换我们的呱呱 VS 尤奈。哇，妹子的对决，扯头发，声音的妹子对决。怎么用？扯头发，右键按按钮。好了，加油。 优奈拿到了，等一下要把东西丢进去。准备好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哦。好。哎呀，双方应该差不多了。哇，这个对决也是很好看。帮他们加油哎，哇，感人。真的耶，香香的对局。来，我看2个人好像都准备好了，那么就3、2、1就可以开始了。好，3、2、1，开始。哎呦！ 哦，2个都是药水对决，这么巧，就药水，这是十字镐跟钓竿的对决吗？钓竿，哦，钓竿，哎，有点危险，被打了，哎呀，呱呱很凶哎，哇，呱呱好凶啊，呱呱超凶的，超凶的，在那边，他刚刚就是在那边还用钓竿钓，然后直接把别人打爆。 真的，然后他就一句话都不讲，就直接把对手打爆了。啊，牛奶身为之前的 MVP，那这个直接对决中还是输了。我觉得跟武器有关啊，钓竿真的难，钓竿真的难。钓竿到底要怎么攻击啊？钓竿要把别人钓走，然后那个人就会被移动掉这样。哦，聊天是海啸了，刚刚有90%的人下尤奈怡。哇，海啸了，海啸了！哇，小孩的，海啸了。来，我们下一组准备是我们的阿迪 vs 梅博。 哦，阿迪跟梅博的对决，这个对决很难投哎，是对决。我今天才刚放床的，啊！我要按中间这个按钮，对不对？给阿迪，哎，有人可以帮按一下，如果不确定的话。去，我要先把东西藏起来。我帮按，帮他按一下。他按了，哎，我不能吸。他会按吧？会吧？ 有，他按了。阿迪算是就是麦块的非常新手嘛，对吧？那梅博其实应该也算。梅博算新手吗？梅博比较常玩吧。对，梅博应该算蛮常玩。我只能按一次吗？我靠，只能按一次，只能按一次。好 ，OK。哎，进度直接被看到了，出卖你，直接剧透哎。哇哦，那进度。阿美拿到了钻石跟铁镐。 哦，那阿美这个武器跟防装是很凶哎，你现在有点不利哦，对方知道你有什么。好 ，OK 了吧？双方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就可以 go 喽，来，倒数，靠我用，倒数3、2、1，双方请战斗厮杀。哦，梅波好冲，梅波好冲。哦，但是阿迪是完全没有要往前的意思，哎。 你不动，我不动。就是我不动。哦，阿迪是一直挥，一直挥，一直挥。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很好，因为他左右两边他就不会被打下去了。哎，对耶。他会被那个护栏护住，这样。这是智商压制吗？梅波现在有点害怕。梅波上了啦，你比较常玩。阿迪的直觉很强哎。而且梅波还有黄金红萝卜，太扯。而且梅波有这个钻石裤子。哎呀哎呀，阿迪该不会这样稳扎稳打把他打到死吧？也不是不可能哦。 有可能哦，哎呦，梅博现在有点害怕，先后退一下，然后观望一下阿迪。梅博上了啦，这样比赛不好看，上了。现在那个他就没办法跌倒，对不对？对，你是怕跌倒？哎呦，哦，哎呦，哦，梅博开始凶起来了。哎呦，来啊，来啊！这是肉搏之战，肉搏之战，话都不讲啊！梅波获胜，梅波，你要按照武士的回去哦。我们拿梅波跳下去，梅波跳下去，他现在就跳，梅波跳下去。哎，梅波，你跳下去就没了。这怎么回事？不是，他怎么可以上来？他怎么可以上来？ 发生什么事？他怎么看得上来？这样算平手吗？我觉得这样应该不能算平手啦。没有啦，我当时已经复活之后又跑进去，应该不能算平手。梅波赢，应该是梅波赢。应该是梅波。等一下，他只是给我们带来其他不同的效果嘛？有的应该是梅波赢了。没有。规则是怎么样？规则就是要也要站上去。我没有站上去，我没事。不要吵了。梅波赢。我们是有评审的，啊，梅波赢。太气了吧！ OK， 对，第八位是断线。好，倒数第二场。好的。太阳跟礼包，来，太阳跟礼包准备。我直接点一下就好了。对，右键。我原本会觉得说狸猫可能比较，终于换你了，没有那么优势，因为他可能没那么常玩。可是后来没有狸猫比较优势啊。对，过后我觉得狸猫超强的，好不？下狸猫就对了。两个应该都算高手吧。 应该都蛮厉害的。你拿到什么？哎呦，双方准备完成了吗？哎呦，道具好像不错哦，双方都还不错。我拿到一个盾跟一个剑，是盾啊。你讲出来了。哎，太阳，我们都听得到，一个盾跟一个剑。一个盾跟一个剑嘛，算是蛮正统的一个配备。可以拿玉，然后又可以拿剑砍。来，从中介小哥拿的东西了。好了，双方准备好，狸猫太阳准备好。来，3、2、1，双方请上。我打不下手，都给你。哎，都给你。哎，都给你。办法，以退为进。哎，这是什么？骗你的！不是。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有剑，但是他不拿剑，他拿食物打对方，然后把他打下去。因为他刚刚用吸的，用吸的话不知道自己吸什么。哇塞！你身上可以拿食物。太强了吧！为什么可以拿食物？强了！真的！太厉害了！怎么可以拿食物？是哦，他拿鞋子，他拿鞋子。哦，这真的是本届最卑鄙哎！好强啊！是不是啊？ 秒杀！开始先怎样？他先丢东西，然后说啊，我投降，我没有要打，我没有打。对，这个就是心理战。后来对方来捡的时候，而且还有点害怕哦。太阳原本还有点害怕，他原本想要捡的时候，狸猫直接吸完，直接干翻对方，太屌了！被逼了，做到的。太光，兵不厌争啊，兵不厌争。这个受伤不急哎。太光，我跟你讲一个坏消息。怎样？ 我们是空手对决。哦，来的那个，我问一下菜渣跟鱼干，你们想要讨论吗？讨论个屁！空手怎么讨论？我们打开菜渣的赌盘，我们现在开始下赌，比较。他们现在在下赌盘，给他们下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对，最后的顶尖对决就是空手对决菜渣跟鱼干，空手道。对的，不要相信我，不要相信我，我很烂，我很烂。 来，鱼竿，你有信心打赢菜渣？给我一点信心。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完全。我等下进去，我直接跳下去。那菜渣，你有信心打赢鱼竿吗？轻轻松松，那我们就等一下就看。他都说他自己跳。最后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子？有人说狸猫跟狸克是亲戚，一样被毙。 厉害了！哎，我们是钻石口袋 VS 钻石口袋，真的哇！口袋对决，口袋大对决。啊，那什么都准备好了吗？正版的，正版怎么输啦？正版都准备好了吗？赌局结束了吗？是啊，赌局结束了吗？结束了吧？这个还要等你下。好，那准备好就3、2、1，开门喽！3、2、1，双方请上！啊！太快了吧！哇塞，好凶！跳打！我道具来了！我道具了！耶！刚没了耶！刚刚就想说，我最近真的会赢吗？太厉害了！哇塞！玩到你了！ 等下，我们问一下，问一下，哎，猜你刚刚是发生什么意外？我按到1了，你按到道具了，然后被打下去了。操作失误的方面，操作失误。那我们再问一下鱼竿，你刚刚有对这个结局感到意外吗？嗯，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啦。我们恭喜鱼竿获胜，恭喜！好，恭喜！ 哇，这个效果，非常快。那我们请我们大会统计一下分数，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比分。虽然鱼竿赢了，但比分不一定是最高的，我们要看一下。好，我们等一下我们的裁判。对，我要拿东西。等一下，写错了。好的。来。我是觉得这一场比赛的确就像是我最期待的一场一样，就真的每一局都蛮精彩的。黑觉得怎么样？很激烈，哎，对啊，这样两对决，直接对决，果然是非常的厉害啊。好，那我们那个总分比分出来了，哦，那个比分很接近哎。大会报告，兰帮82分。等一下，这样。 我先鱼竿不是零分，先给你这场蓝方的总分好了。啊？什么？这场蓝方的总分。上面写错了，等一下，再一次。再写一次。好，我小黑箱嘛。大会失误。来还是正版的优势啊！正版的优势，红色口袋还是赢了。他没有想要蔡佳慧自己就这样子15了，很可惜、啊。自己这样失误跳下去，哇！好了，好了，先报告这次的，嗯，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蓝蓝帮得分是15分。 拍手，恭喜恭喜！开心。粉红帮得分是25分，恭喜粉红！这次粉红帮是压倒性的胜利耶！鱼竿太厉害了，厉害很厉害。对，其实游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粉红帮一开始对自己其实挺没自信的嘛，都觉得说哦，感觉就是对面的玩的比较久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那都是套路。 哦，有可能都是套路，我就假装我很烂，真的是厉害耶！大会报告，现在目前的总比分，蓝蓝帮82分，粉红帮81分，1分之差。那接下来的话呢？哎，猜猜我们应该不用加赛吧？应该是来不及加赛，我们去接力吧。OK， 那我们接下来去我们最后一个场地，就是接力赛的场地。接力，障碍接力赛。耶！我请你一路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好，稍等我一下哦。好，那我们最后的这个大队接力呢，是障碍赛接力。那我们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我们等一下。 就像一般的接力赛一样，我们会站在这个白线这边，然后3、2、1喊开始之后，大家会开始跑。那第一个人跑完之后，第二个人就是站在他跑的这个起始的位置，然后就是到你要碰到你的到你接近你的队友的时候，你打他一下。那被打的人听到我被打了之后呢，你就知道接下来换你跑，就是做我们的接力的方式。那前面呢会有一些障碍物，也有一些帮助，像是冰块，冰块可以加速然后。 这个蜘蛛网会极度的减速，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是还有水应该也是减速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请务必要好好把握，就是加速跟减速的这一部分哦。然后我们最后等到总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谁就是跑最快的，然后再来算总分这样子。没错，那要注意的点是一开始起跑的时候，你们要听到烟火第二声，会有2声咻嘣嘣的那一声才可以跑。 OK 吗？大家都理解了。OK， 那请说，这个比赛可以在情境间攻击另外一队人吗？不行，他就是大队接力。不行，然后公平公正的大队接力这样。一个小提示就是中间的这个沙子会减速，就是如果会加速，如果跑中间的话会减速，所以你要跑的话要跑红色的地方。 然后，如果你要经过那个蜘蛛网区的话，最好不要用跳的，除非你技术够好，不然你一跳上去会卡很久。所以蜘蛛网这边尽量是用跑的，如果你的技术不太够的话。然后接下来，你说，我们要分队，动不了了。我们要去那边讨论说先后顺序，然后你的下一位跑起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来准备区域，不然有可能会发生。 就是找不到人，对，找不到人，所以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上一个是谁。没错 ，OK， 好，那请双方各去自己的队伍讨论一下，说你们的磅数如何。好 ，Go Go， 嘿嘿，哎，这个没有分配了，这样要怎么分？一定要跑跳哦，不能用跑的而已哦。 哦，用跑跳比较快，是不是？对，跑跳比较快，但是蜘蛛网那区最好用跑的，很危险，有点危险。我要用走的。跳灵魂烧，蜘蛛网那边你就跳灵魂烧。那也要用跳的才会分出胜负啊。什么东西用跳的？蜘蛛网那边感觉直接跳边边的灵魂沙就可以过去，这边可以直接切西瓜，它还是会减速哎。对啊，啊，但是要左边这边就好了。对啊，但是比蜘蛛网快啊。对啊，我是觉得绕过去会比较快，我不确定。哦，我觉得走内，我刚刚跑好几次，我觉得走内圈，我觉得内圈对啊，内圈就好了。灵魂沙会很快，如果你要躲蜘蛛网的话，因为那个其实就一下而已，跳一下而已，还好。如果踩沙子然后用跳的这样子，哇，如果不小心踩到跳到蜘蛛网，真的很衰。也不是踩刹车啦。那蜘蛛网大概就真的没救了。对，好，我们先排顺序吧，谁要第一个？谁要当蹦的那个？啊，帮我。好，繁星第一棒，再来嘞。我第二个。我靠。好，繁星饼干，再来第三。我第二个。好，第三个。我。好，Fanny第四个。我。谁？ 媒婆，好，第五个，那我第六好了，那谁第五？哎，刚不是媒婆吗？那我是第五还是第四？你是第四，第五啊，我才是第四。哎，饼干怎样？繁星饼干帮你媒婆怎么排吧？直接来这边排，这样比较清楚。过来这里排，过来繁星后面。好，繁星 ，OK。对，装备要拖干净。身上有东西没擦吧？没擦。 鞘刺有差，鞘刺有差。你在跑的时候可能会滑翔，会变更慢。鞘刺要放回去，对。啊，好，现在打理。棒是牌。我说物品了，应该没差吧，对不对？没关系。这里。好。我是第四，等下第三谁？第三，要不然我。啊，我第四，第五。然后媒婆第五嘛，媒婆第五。没有，媒婆就是变成第三了。哦，媒婆第三，然后你第四，那我第五这样子。 好，下一位，第五嘞，人嘞，第五来排队，排队，这样子吗？这里，对你往前一点，在我后面。好，好，我在这里。好，优奈在凯落后。啊，那在我好了。我不要当最后一棒，感觉最后一棒好可怕。压轴，压轴啊！我不要，压轴啊！ 压轴啊！对的，好，你可能要先对方跑了。哎，好，快点！等一下，我去拿。好了，我最后一棒。好，加速药水啊！决定好了吗？没有。记得前一位是谁？大家都排好了吗？排好了。这样，我在阿美后确定一下哦。 记得前面是谁啊？那个等下顺序我再写起来一下。我们顺序是谁？第一棒是繁星饼干，阿美，Fanny，凯洛，牛奶，然后太阳，谁？我，再来是我，太阳，然后再来是我，再我，再来是阿潘，再来，阿静，我第九，最后，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对，1、2、3、4、5、6、7、8、9、10，好，那就，哎，一定要记得前面是谁哦。好，一定要记得哦。然后繁星饼干、阿美、梅博、Fanny、凯洛、优奈、太阳、阿潘、阿静、菜渣。OK， 我最后一棒。我看到阿静跑的时候，就在线上等。 啊，你刚刚说阿美媒婆是阿美跟媒婆一样，拍谁？那你跟我喊两次，吓我一跳。小区。阿美媒婆。好，那我们应该可以去那个了。好。OK， 准备好了。好，那我们等下等防火棒也赶快下来哦。那另外一圈怎么决定？啊。 内圈外圈猜拳吧。好。来，大家 OK 吗？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哈！加油，好紧张哦！好紧张。丢，气给。哎，你们也好了。我好了，大家都好了。双方刚好都是同时好了。哎，你们三个是不是没办法使用道具？ 我们三个吗？对啊，你们三个是不是不能用道具？不能。那我来放烟火，可以吧？可以啊。就崩的时候，就是有人在挖地洞啊！不要试着到地下面去啊！双方的第一棒就战斗位置。加油！可以帮自己队友加油打气。他怎么是你？是踩在白线上还是红色？这一趴就大家都可以讲话，没关系。帮自己队友加油。 确定一下自己身上没有穿任何装备。空装，不能穿装备。空装备。确定没有装备。鞘刺要拿掉。鞘刺一定要拿掉哦，因为会有差。怎么这么刚好又是龟兔呢？白兔哎，你背后这个不是翘翅的人。效果做满了，效果做满了。好，站在白线之前。白线之前啊 ，OK 了吗？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好了。繁星龟龟第一棒是不是？对。好来，记得自己是前面是谁哦。你说秀蹦的时候才能跑，对不对？蹦的时候才能跑哦。好，哎，等一下，还有一件事，饱食度记得吃饱。 吃饱的人才能跑，真的，吃饱才能跑。那我们请菜渣 Q。我左边全黑了。好，等下有人被全黑，还好吧？不要在这边晒东西，会关在地洞里面呢。喂，不要挖，不要挖场地。哎，然后破坏场地。然后那个这边可以观战，如果你是很后面的棒数的话，这边一个是上去，一个是下来。 但记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正确的时候下来哦。对，没错没错，上去下来会吧？不会的话就直接跳下来啊！记得吃饱。好，就这样咯 OK 哦。好，没问题。OK 哦。预备。下一棒，预备，下一棒。然后蹦了。哦，快吃跑了！快吃跑！加油！目前红是跑在前面啊，加油！对了，你旁边跟着你们跑。进入到第一个哦，没办法，卡住了。其实这个障碍是真的差蛮多的，小心那个地板会减速哦。哦，蜂蜜地狱。哇，有缓到速，龟龟稍微被缓速了。进得来吗？哦，打到第二棒。 哦，打到你跑，被打到这个差距渐渐稍微被拉开来了。等一下又要进入到这个蜘蛛网，还是有跟上。我觉得这个蜘蛛网是最难过的。哎呦，粉红队，哇，两方都太阳进来吗？闪过蜘蛛网，回不来。哇，全部跳过去，厉害！刚不知道什么游戏崩溃。好，哇，漂亮！我看蓝现在跑得非常的快。蓝帮现在到了我们第三棒。 梅博，哇！梅博大概领先了五分之一圈，领先。哎呦，梅博现在来到了蜂蜜地狱，哇！粉红帮紧追在后。蜂蜜，哇！全彩，哇！可惜。 好近！不见掉，蓝队下一位了。 Fanny， 不知道说这个拉开的差距，等一下会不会有人就是海陆内线给你，一定还是有机会。海陆内线给你，福谦的自撞闪的很好，所以有让他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加油！哎呦，Fanny稍微卡了一点。哦，但是加油！哦，两队差距渐渐的有拉回来一些些。 好，下一棒礼貌上场。凯洛跑跳，加油！小心蜘蛛！凯洛现在来到蜘蛛网区。哦，他跑外圈是吧？好近！哦，你跑离我了！干什么断线？停下！凯洛停！哎，我连不回去哎！断线了。 等一下，停一下！发生什么事？我连不回去哎！哇！他回来了！我要断线！哇！那我们现在要重比吗？整个重比？没有。哎，等一下，他在跑哎！先等一下。刚刚那个位置，我觉得回到刚刚那个位置，裁判暂定一下。来这里，跟我有没有看到一颗头？看天板，看天花板。你们在那个猫咪旗子这边，然后再往前个2、3格，以玻璃来算。然后凯洛在他前面1格。我在哪里？我记得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没有凯洛，凯洛在他的1格前面1格。 我记得凯洛距离跟他在拉远一点。我记得在这哎。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他消失那一瞬间是蛮远的。没有 VOD 可以看。等下我看一下我 VOD， 等我一下哦。好，看一下 VOD。麦克很会做效果哎。我们依照裁判的指示。不要做效果啦。我电脑太烂了。我们听从裁判的指示。不要胖哥喜欢做效果啊。我电脑断线了。这句话还有点哪里怪怪的嘞。真的。哎，我发现鸭子 Ctrl 跑步的时候是不是没办法按空白键？不行，切换那个啊，你没改啊？没有你十条，没有 Ctrl 按一下它就会跑啦。Ctrl 按一下就会跑了，按一下就好了。按一下就好，好。要按着 Ctrl 按着。哦，你就 W 按2下就好了。 你试试看，你按一下就会通知了。或者是你可以快速的 W 2下，快速 W 2下，快速前也可以，前也可以。好，对你试一下，因为我后来发现你好像没有 Ctrl， 所以你才被追上。各位，我看一下，你刚刚没有在跑。对啊 ，W 2下是最爽的。黑羽那边好了，黑羽那边有 BOD 对不对？我想说你怎么会？ 好像变慢，快到了，我看一下哦。好，我看一下哦。好，哦，像狂按空白键。哎，看到了 ，OK。我在哪？差别不大。来，礼包再往后退一点点，然后凯洛再退，退，继续退，好，停。回一点，再回。我快退上去了。差不多。再退。 这边吧 ，OK， 差不多可以，差不多好，大概是这边消失的 ，OK， 一样哦，烟火蹦的时候跑，啊，记得吃饱，好，你们倒数一下，然后下一棒再那个，没办法倒数吧，是要听那个吧，就蹦啊，预备，3、2、1，哎，等一下，凯洛，你要听鞭炮，凯洛没动，听鞭炮，蹦，对。 再一次，我再拿一个。3、2、1，放鞭炮。3、2、1，放鞭炮。等，位置是对的。OK。嗯，游戏这边要靠后置，剪接了。对。我3、2、1放哦。要等动哦。哦。有声音吗？我放了。 凯洛，你没有喊3、2、1，我没有喊3、2、1，对不起，照节奏来，我很抱歉，心跟对了，我太紧张了，后置辛苦了，好，3、2、1。 加油！可以！哎，我觉得凯洛其实蛮会跑那个公益区的。超过！被反超了！我反超！差不多。有！又超回去了 ！Go！ 优麦呱呱！哇，跟上一场一样对局啊！优麦呱呱对局，好近哦！ 很接近，随时都会被超越。哇，到蜂蜜区了！哦，双方稍微被拖慢了一点速度，可是哎，优奈还是在前面。优奈有练过哎，对，直追。哦，下一棒！我起来！等一下，我超！完了！前2下，完了！你要按冲刺，美妮不会跑，哑巴！我被拉开距离啦！完了！按到输入法了，是不是？那个是胡子。惨了！没关系，我们要维持，还是有机会的。哇！要维持，加油！到下一趴，加油！ 可以的，加油！有机会！现在领先的大概3分之1圈，还有机会！加油！胡子加油！胡子保持着速率直线往前冲，来下一个！下一棒！加油！下一棒！我们倒数第2棒了，感觉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哎呦，阿静很强哦！阿静卡了一下。阿静加油！我们要最后一棒了。哎，你怎么又是最后一棒？你们想说最后一棒？阿信维卡，没事。不要，走开！领先半圈。阿静，不要按到道具了。你说按到了，怎么还能按到道具？太渣，这个太嚣张了。哎，打我！哎哎！加油！有没有还到？一边加油！哇，菜渣倒着跑，哇，太嚣张了！哦，好嚣张！我偷看一下，菜渣敢不敢浪3秒？敢不敢浪3秒？哎呀，在等呢。好，3秒到。好。哇，菜渣没有全面这个。 啊！辛苦了，辛苦了！哇！恭喜蓝帮得到这一次，恭喜接力的胜利。那我们等下计算一下分数，再跟大家报告。太可惜了！哇，那个切到速度法真的是太伤了，有点伤到。我们还有冬季运动会，然后那个断线，哎，可惜。没有冬季啊！也断线，对不起，没关系，断太可惜了。 好诶，那我们要来颁奖了，在这里。但是不用记总分，直接那个吗？对啊，这应该哦，我还是可以报个分数给你们。报个分数。好。在哪里？在哪里颁？好爽！因为在我们那个钻石口袋夏季运动会这边，为什么有第3名啊？等一下啊，没有，那多做的。哇哦！ 分数是这样子。我现在中生。哎，好，黑羽报告一下，我们已经表现的太超过我的想象了，好吗，各位？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蓝帮总分是107分。哦。红帮的总分是101分。哇！其实并没有，真的差距很大啦。你们参加这个比赛。 到底赢得了观众们的心。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到颁奖典礼。耶，我们蓝帮可以上台了。耶，恭喜！为什么有三个奖项？好挤，哎，粉红，哎，这是粉红，这次粉红上台啦，粉红，你们这些粉红让一下金牌位啊！ 粉红在两边，大乱斗啊！粉红，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直接在讲台上上演大乱斗，大乱已经。喂！我啦！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叫你各位，你不是我们啦，请不要我们啦！要成为最有风度的，要打去竞技场打。粉红帮直接上去大干特干！耶！先哎，安哥，喂。 也不要，梅博不要拆那个金牌啦！哎呀，哎呀，后面很乱的，主办单位。来，帮全部的上，我们拍张照。耶，这边拍张照。啊，粉红可以站两边。蹲下，前面的人蹲。来，大家蹲好哈，蹲好，拍张照，拍张照。金牌的人要蹲着。按 F1 可以消掉那个显示，然后按 F5 可以拍照。够了没？你挤够了没？ 我看不到我自己。OK。为什么有一个人在这？怎么一直有人在乱录？蔡章，你可以帮我跟你一路显形吗？显形啊！那个要好，等一下哦。好。那个要那只能召唤我们的内裤沙妈，有内裤沙妈才办得到。内裤沙妈，お願い。 伊塔西马斯，哦，主播在这一场比赛第一次现形，耶！要秀出真身喽！裁判也有吗？哎，裁判也有，都显。没有想到我们的分数可以这么高哎，大家看。真的，其实比分很高哎，很接近啊，比分太屌了，太屌了。有几次的意外半就赢了。 谢谢阿迪的抖内，阿迪特别抖内，笑死！我是不会还你的。大家已经很棒了。对，大家对啊，我觉得棒，真的超棒。哎，采访一下，采访一下。哎，采访一下，来。哦，我想说要先拍照。好，那我们现在来赛后访问一下。那我们就先请得了冠军的菜渣，就是。 代表发言一下，得奖感言。我吗？对，因为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嗯，你就会获得胜利。那现在就真的拿到胜利，感觉怎么样？耶！好的，也就是你的表感谢我的队友们，非常不错。不能在线上跟你们相见，但可以在线上跟你们一起相聚，真是太开心了。在线上跟你们相见，但可以在线上跟你们相聚。等一下。 我忘记要用这个了。喂，再一次，喂，有吗？有。这样啊？还是没有？喂，没有。我说那个没有。喂，一点点而已，不明显。这样子哎，有一点。哦，有耶！不能在线上，这个麦克风在地上，不能跟你们在线上相聚，所以邀请你们在线。讲反了，不能在线下，然后等你在线上相聚。 我很开心今天，然后耶，期待之后的冬季运动会还可以再见面，然后大家不要再表现最好的 MVP 吗？对，男篮帮的 MVP 你觉得是谁呢？我们队伍的 MVP 哦，给优奈，耶，恭喜优奈，好强哦，破纪录了，对啊，最强。 那还是我们也可以访问一下 MVP。好，访问一下 MVP。尤奈觉得今天就是好几次都用非常高超技巧让蓝蓝帮获得胜利的感觉怎么样？没有啊，我只是玩的比较多而已。谦虚，没有，今天很好玩，谢谢蔡达邀请我。耶！我们接下来访谈粉红帮。 红帮队长鱼竿，耶嗨！豆豆，那你对于你们的虽然很可惜最后输了，但你对于最后输有什么感想？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的表现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人今天或是这几天才第一次登入这个游戏里面，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表现的超级好的，超过我心里。 的期望值非常多，你们已经在我心中是绝对的金牌了，各位，你们真的很棒，来，我给自己一个掌声！感人了，你们应该要边哭边冲上去抱着他，把地震举起来，把地震举起来，应该举起来，把地震举起来，那你对你们这一队，你有 MVP 人选吗？ 我决定把我们的 MVP 给我们的阿丁。哇，阿丁！为什么？我全部都输哎！因为我真的觉得，要让一个才第三次玩这个游戏的人，能够快速的融入我们这一场竞技里面，很不容易。而且他也是非常的努力在帮我们得分，所以我们绝对要在这边给他一个 respect， 好不好？好感动！那我们粉红帮的阿丁有没有话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有运动家精神，然后我觉得在这样子的风气当中呢，我们就像是小戴赢得了银牌之后，还是赢得观众们的爱戴，就是这样子。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我们在最后合照，再合照一张。好的，合照在那边。看，大家往前看。合照在这边，合照在这边，走。另外一边对。有另外一边。 那是颁奖，跟这个夏季运动会合照。对，我现在已经是一介凡人了。喂，谢谢豆奶，自己占个位置。好了，站在哪里啊？然后是要开最上面好了，倪如。有。谢谢，感谢大家。这样我拍不到。这样要开这个吗？那我要开了。光影啊？不是。 现在是日落我们要不要调一下？哇，后面有烟火，哇，拍照，不切永夜吗？有人在问。我不要站这个。永夜啊，我觉得白天也看得到啊，没关系。哦。那我们要不要分两边？好啊，我们颜色分两边吧。好，我站这边。颜色在用吗？那个要不要先关起来啊？我们。 不然等下拍照的时候有烟火比较好看吧。蓝色在右边。交给他们了。蓝色在右边。迷路嘞。在后面啊。你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你？哦，好，下去。蓝色在右边。一路，你要不要站在我旁边这边？胡子，哎，有位。可以，有位就插。好诶，好诶。哎，一路，你在吗？有啊，你没有看到我吗？哎，我在你旁边。你按蹲下。蹲下怎么按？对不得。哦，你出现了，好。第二层可以再站一个人。好，大家，哎呀，大家，1、2、3，拍要交给他们拍了。哦，他们在拍是不是？哦，好，也可以等，要请那个放烟火嘛？可以放。哦，烟火，耶！我们钻石口袋大聚会结束，耶！还要感谢大家参与。3个人，数到3大家一起蹲下。好。好。1、2、3。哎呦！为什么要蹲下？拍完了吗？拍完了吗？好了。耶！大家辛苦了，谢谢。再见，好的，感谢刚刚瓜子的预定吧，我记得应该是吧。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很可惜是关东那边真的是，为什么飞2次都会卡，所以没办法。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下午的收看啦。不行，还是会卡。好啦，你看吧，燕子，我是说3次都过不了，你看吧。好了，就这样，感谢各位今天下午的收看。那真的好可惜，那个没有过，好恨哦！好，就这样，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礼拜几？礼拜日哈，明天轻松高效见啊！如果还有开的话，感谢紫衣雪夜的超级留言，感谢，谢谢啊！我去看一下有没有谁开台，带你们过去。应该是没有吧，看一下哦，没有一些 B 在开，可恶。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我也有点想睡觉了，因为这个活动搞到怕睡过头，一样是没有睡觉，早上7点起来就到现在了，就这样咯，谢啦，各位晚安，拜拜。